子讯号。我们副市长，我们民政委员会各一级主管，大家早安哈！我们新闻媒体记者各位好朋友哈！我们议员同仁，大家早安。那现在开始开会。那今天是我们的民政业务咨询哈。那首先由我们沈佑莲沈议员来进行业务咨询，请发言，时间15分钟。谢谢，谢谢主席、副市长、各位局长、处长、各位主委、还有媒体先生们、小姐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想这个民政委员会的业务质询哈，第一炮就由佑莲在这边来展开哈。我想要请教一下哈，我们林佳龙市长上任以后，他拼的叫做百日有感，民政局蔡局长。你是不是有我那赶快有百日有感？哎，这个报告有没有？有。啊，是不是就是我手中所提的这个，是吧？那本是其中一项。一项好，好，谢谢你，请坐哈。大家有看了不？那这由民政局所做的这一本哈，看起来有够水哦，铜版制的，非常漂亮。局长，你简单回答我一下，这本你总共印制了多少本？然后他总共花了多少钱？然后这些发给哪些人看？好，谢谢我们沈市议员哦，拍摄。讲较紧嘞，讲较紧嘞，我十五分尔。我稍微拖一下，拍摄。迄、个，咱目前来讲吼，咱印的部分是印1000本啦吼。1000本好下来。啊，一本吼，这个62块，啊，总共开。62000块啦，啊，主要的这个分发的对象吼，就是咱有这个四个村的阳明大楼吼，那有这个里长会议，吼，就是给所有的里长，所有里长，那弄到有规规里长，625里，啊，村的嘞，啊，村的吼，我都有人托我都给伊安尼。好，请坐，各位，我记咱的市长他的这个市政报告的时阵用的是啥？传统的黑白影印的这样子的一个市政报告，来对马吴以百日有感，他所作所为了哈。啊，你局长虽然开这62000块，听起来无多，但是哦，不管哦，局长，你拢甲民众讲，有啥代志甲我讲不要紧，我就有钱的啦，是不？你嘛较欠的啦。哈，市长，不，你看，你做到好，我干嘛讲？哎，叫你市长啊，你看嘛，你哦，讲实在啦，基本的内容哈、哦，我也看到你蔡局长的认真啦，我真正有看到啦哈、哦。但是嘞，好，我干嘛讲？那是教练呢，大企业家的手法，开钱啊，你不手软哦，不要小看一个。你讲的这62000块，大大细细加起来的时阵，那个就是非常庞大的。蔡局长，爱较欠你啊，赶快好人有感觉讲你有在做，但是在经费上，这条是要开啥人诶？这条开啥人？开工诶，还是开你输诶？哈，局长啊，你甲我讲，输诶还是工诶？这阵是工诶。讲完后，请坐啦哈。所以以这个总共75页，1本60块哈，安尼总共之下，我感觉讲你做了比市长够较高级啦。哦，第一嘞，这个给我感觉你做的比市长还要高级，有没有必要做的这么的精美？工课认真拍拼做上重要啦，哈、哦。
那这个你刚刚讲了，给我们的所有的里长以外，下人哪要甲你讨？你遐还佫有村，还佫会当去讨的地方啦哈。另外哈，在你这个75页里面哈，我发觉大概有差不多有关生命礼仪的部分占了16页啦。你一开始开宗明义讲说，天顶无电线，脚底无风扇，赞，真正足赞的。但是哦，我唔知呢，局长，你民政的工作嘛做，建设局的工作你嘛咧关心啦。所以各位局长，你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看到自己本位的事情，如果跟你有相关的，嘛也是要关心者。那你蔡局长，你看心有多大，心量有多大，做事就有多大了。连建设局的工作都在关心啦。局长、副市长，天顶无电线，这嘛是我在努力的工作。但是这努力必须要咱的台电以及咱的建设局各方面来通力合作，叫摘掉。有一天，咱台中市的天空没有电线。这是咱一起要努力的啦，哈。那这个蔡局长，你其中我嘛干嘛讲吼？你76页内底吼，拢总有6页咧讲你的这个每日的一个感言呐，哈。这个我只知道哈，我们有一个叫做毛语录啦。早期哈，得带掉每个人民都要有一本毛语录，啊，拢要背熟呢。啊，哪不背熟哈，打入黑五类。来，既然是我们民政局长这么用心在发表他的感言，我看看，我嘛感觉这感言都袂歹啦哈。安尼，我来抽查一下。来，我们这个谢科长，你来个，因为这跟你业务有关。这个我们局长的这个。他的所说每一天所说的话里面，哪一句话你觉得最应该来遵循的？谢谢主席，谢谢议员。那唔免靠看册啊啦。没了。搞定公吼，民众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情。好，那赖所长，免看赖所长，起来你讲者。哦，这个蔡宜路足重来哦。有心就有愿。哦，安尼吼。哎，是。来这个林头前安尼，局长你家己讲的啦，你感觉哪一句上经典啦？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哦，好，请坐。来，各位，南邮局民政局的所有大大小小爱听哦。林磊蔡局长讲出很多的他个人的语录哦，我认为讲，当然来讲了哈，毛语录，毛泽东他已经过去的人了，所以毛语录青菜款，蔡语录哈，好好看呐、啊。你哪不好要遵循我们蔡局长他的理念，林伯在表跟上他的脚步，安尼知不？啊，无告诉哦，你们升官无望哦，是咪安尼？但是哈、哦，蔡局长，对于你这百日来哈、哦，你的所作所为哈、哦，基本上本席是肯定的。你是真认真打拼啦，但是哦，有时候哎，企业家哎精神哦很好，但是哦，不要信口开河啦。你常常讲讲，有啥代志来，不要跟人家讲，问到问就有钱诶。各位局长。有钱是你家有钱，对不对？你们开期货的钱，每一个都要有出处的，不是现在也在开哦。哦，我希望哈、哦、你在那个位置好好做，啊不会塞啦。你的表演拢比起定较好嘞，我看林刚你来做起定话啦。哦，叫蔡市长，他说你看我一个讲的先都，一个讲市长，你看嘛，你好要加油哦，有一天你也想变成蔡市长啦，好、哦、取代林佳龙。林佳龙都还没有林语录，哎，改天来找我看有没有林语录，叫蔡语录哈，没办法哦。民政局所有的各级的单位哈、哦，要加把劲。但是说实在，有这样子愿意做事的蔡局长哈、哦，安内是真正没办法啦。
蔡局长，既然讲到了我们殡仪馆的事情，我要再跟你探讨，因为你非常重视我们生命殡仪馆的各馆的各方面的设施。那我们台中市现在也是已经是使用这个电子晚年，在你的资料里面看到了哈，截至2月28号为止，我们总共使用了71202人次的电子晚年，减少了28481公斤的晚年。它如果这些都是布的晚年的时候，它会制造58671公斤的碳的排量，所以相对它就减少了这么多。这个是从胡志强市长的时候，本席提案也陆续全省做的最好的一个。但是局长，本席要跟你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目前在电子晚年部分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一般布晚年都有上款，对不对？下款某某名谁，可是上款就例如陈妈什么什么什么。局长你也经常，尤其我们的联合公祭你都有参加，我们的上款完全没有，因为民众不断的跟我反映，他觉得这样子是不够尊重的。就这点你要打算怎么做？你起来你讲一下。改进改进，我告诉你，你们的所长告诉我说这个很困难，我认为你给什么菜单他就有办法来做出来的，绝对没有做不到的道理。多久可以改善？这只是程式修正一下，你哪时候可以改善？最快的速度，最快速度。我希望在这部分所内所长，我相信他有需要克服的，他可能有需要专门的能力在做事情，但是我们既然做啊，那几个做到位，不要做这样子一半的，或是差那么一点点，临门一脚做的不是很好的。来，你说，赖局长，我看你那个赖所长，你那个有要讲话，你开讲者，简单讲一下，我剩下一点点时间。好，谢谢主席，谢谢沈议员哈。有关这个电子晚年上款的部分，我们有开放有一组疫苗给家属跟业主哈，上款要签收。我不是要讲你，我不是要叫你讲这啦。我说，我要求把上款都写上去，某这个林妈什么，那个林佑，或者是什么什么先生千古啊，那也在不？可不可以写上去？你再回答我，可不可以写上去？这个我从上一届就一直要求到现在。牵涉到宗教的问题，还有那有塔西不塔西问题是。没关系，所以你这个可以交由我们的离社，离社要不然离社赚钱是在干什么的？这个他难道不能跟家长沟通、家属沟通吗？可不可以做得到吗？这个我们有密码，账号密码有给离社，我们请我们家长先导，请离社来登台。不是哈，我跟你讲，所长，你以前的理由我都不要听。我只要听，因为你有督导的责任，你有督导的责任，绝对不是很多的理由我听不进去。九队，你说尽快要做，我希望尽快，我在到殡仪馆的时候看他哪时候做到，这个只是要不要要求而已，给予一个尊重而已。我希望你们就这个事情能够真的去做事情，这个不是做不到，只是要与不要。我相信我们蔡局长说您请坐，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既然这样，这没有做不到的道理了哈。另外也是民政局，我要请教一下，因为这里面你有讲到积极辅导寺庙合法化及正常运作，这是本席非常关心的。但是有些例如说它存在已久，但是在土地方面它是没有办法来处理，而无法来合法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地方，那这个怎么处理？你们让他处理。对，局长你回应。好，我们还是要依法办理啦，因为按照这个法的法条部然后去处理啦。叶定公，你根本在讲废话嘛！那边那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有什么？要不然如果照您这样讲，我当然知道啊。宗教用地才有办法成为合法的宗教使用的地方啊。有谢科长答辩。葛弟，还有谢科长哈，在我们局长你请坐，在我们宗教不管各个宗教，它有一部分存在这样，因为分区使用不
符合我们的寺庙宗教用地，而它没有办法合法化。事实上它一直存在那里，没有合法，我看我们的能力大概就没有去管这个区块了，那是不对的。我希望怎么样辅导他们，如果他的土地合法化没办法取得，正是他的整个的作为，整个 的运作，你们也是有责任去辅导的。这样是吧？这样对吧？蔡局长，你认不认同我这种说法？认同。希望你们认同就真的去做，因为有很多的宗教确实面临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地方了哈。那另外哈，我要向再请教一下我们社会局哈，这个因为我之前就有提过了，但我不知道你们到底现在有没有改变。请教，身故儿童可以领20000块，现在在哪里？在哪里可以领取？报告议员是在户政事务所。好，好，谢谢，很感谢哈。那表示本席建议的，你们有改正了啦。好，我们时间到哈，谢谢沈佑莲议员的业务质询。接下来我们请欧美春议员哈进行业务质询，时间15分钟。哦，还有邱淑贞议员哈联合质询，好，请开始。谢谢大会主席陈议员，我们张副市长以及各局处局长、处长、主委，以及各区公所及所属的各单位，现场还有我们议员同事以及我们的记者先生小姐，大家早安。本席想要请教市长，施政报告当中税政便民服务提升，要广增视讯的服务站。什么叫做视讯服务站呢？我们民政局长蔡局长，你回答一下吧。视讯服务站哦，就是讲会当用视讯的，当安尼沟通啦。好，那我们的市长哦，以毛共啊，税务局以及我们民政局要连线。那视讯服务站是让我们市民面对税务的问题，可以当更加方便，对吧？是。这个你知道吗？知道。好，您先请坐。蔡局长，市长说，目前地方税务局已经跟我们民政局各区公所有合作了，在我们北区、大雅区、雾峰区的设站，未来要扩展到大甲、清水、乌日、龙井区、后里、新社、外埔、吴区以及中区、北区，这13个公所应该都设立好了，对不对？现在目前是户政事务所都好了啦，再来就是公所一个一个建立起来连线啦。那公所，我现在在问的是公所咯。对，现在就开始建立公所吼。请问公所现在已经设立了几个点？这个、我知道的目前是38个点，要加上成为51个点，对不对？陆陆续续啦，因为就是这个部分较专业，就讲吼，爱工程人员吼，甲税务局吼来这个连线，啊，就会使办税务局的工期，伫咱户所、公所都会使办啊。啊，你速度都真紧啊！真紧，即马足紧。啊，真紧哈！那局长，为什么丰原还没有？我们你是要让我们丰原边缘化吗？不会啦，不要那啦。好，如果说像你讲的，设立服务站没有那么困难，安尼宏伟应该都爱写的啊，有这么困难吗？没有困难。你讲有没有困难？为什么？就是、你第一次、第二次，我们丰原区还没有纳入呢？按户政事务所弄好啊啦，比如讲公所的。我们现在是针对公所在讲啊。啊，我即马讲户政事务所好了，即马公所的部分就一个去建制，啊，这个行程我再甲宏源排较紧的。好、哦，局长，你怎样宏源人口数偌济？头16万左右啦，快要17万了、啊，对，16600多人，是，要17万人诶呢，叫你要多少行政区？第一波你无给做，连第二波你嘛还袂规划。
局长，我讲的吼，方圆是不是要优先来设立呢？嗯、是。等一下，我们丰原区长们在这里。吴定。区长。区长，那咱方圆地区是这么多的人，你觉得丰原是不是要优先来设立呢？一回大姐。谢谢主席哈，谢谢我们翁议员对我们丰原的关心哈。那因为我们蔡局长已经答应我们有丰原会优先设立的话，我们会尽量来争取。谢谢。好，谢谢。局长，那这个区长，咱来娱乐一下。在灯会的时候，真的，一对一对书的眼睛。每一次我们现场要处理的是，伊不是派歌剧搞呢。灯会的时候，他是本人哦。那各区的区长，大家拢尊敬的陈局长。我相信我们的市长服务就会让人家很认同，所以哈、哦，局长、陈区长啊，你要给好啊，给奖励一个，哪较好的吼、哦，拜托一个，先拨一寡给伊。我嘛听讲吼、哦，哎，这个今天建设局就没有在这里，建设经费好像我们丰原区减少了很多哈、哦，这建设局也是带来给出力。好，本席。一定要要求我们局长把丰原把那个微型的地税务局视讯服务先纳入我们丰原，让我们丰原能够便民，不能边缘化。这个部分局长你做会到吗？我一定要做啊。你一定要做，速速要做。是。多久能够完成？啊，上紧的速度啦，因为我等下速度你有时间啦、啊。我刚刚看到你跟沈佑莲议员讲的，什么要快，什么要好，速度，请问几天？几月？我了解了吼，我了解了，我马上给你答复啦。吼，因为这较专业嘛，我甲视讯人员加落这个参详一下了，啊，我会上紧，我随时打电话给你讲。好，局长，我去给你敲门哦。你上任已经快五个月了，啊，你有什么感想哈？这吼、哦，这个做事业甲做这个官员是完全无同款啦。啊，拄啊开始较袂下啦，啊，即马是愈来愈适应安尼啦。啊，你感觉你对咱的市长吼、哦、是助力还是主力呢？你回答者。加减啊，帮忙者安尼啦。加减。九零六，是，我去请问吼、哦，我们各家的媒体有写过你什么物件？以后的你来讲一下，甲你写好的呀、啊，你给讲一下，发表一下。因为媒体吼、哦、对我较无了解啦，啊，好的，他有应该有写你好的啊。还有个记者黑白写啦吼，啊，我嘛无。我那好的呢，我叫你讲，人甲你娱乐，你莫。因为我即马就讲爱甲伊沟通一下啦吼，当时。好，局长。好的，你讲不出来，哎，卖的嘞，或者那你讲啊，有的讲，你下过啦。其实我讲的意思就讲，有的物件我较热情啦吼，好，比如讲会印一挂这资料印起来，因为阮企业咧做，就是讲尽量啦，印较水的，和这个 DM 和这个人客伊较会买物件嘛，吼，啊，我拢以这个心态去处理啦吼，这是我家己本身对物件要求啦，哦，啊，所以比如讲你看。这个，比如讲殡仪馆，我就要求无分赛啦。啊，靠近麦克风啦。哦，比如讲无分赛这件代志，其实是足困难的啦。啊，但是就讲，阮的赖所长，逐工拢我操啦。我一个月去差不多，第一个月我去差不多要13次以上啦。啊，这个呐，你都要要求。局长，你针对我的问题回答，我不跟你讲问殡仪馆的代志、哦，你免讲到殡仪馆啦吼。好，你先坐啦吼。其实你上任了。你已经好成为我们媒体的不宠儿，不宠儿，什么叫做不宠？你自己好再想一下啦。春丽啊，得意啦，穷脸书粉丝团也被批评啦。啊，你家己自掏腰包上啊这类，大家嘛给你批评啊。你的作风、作事，你家己嘛感觉讲没有那么太高调啊。可是嘞，你起来加回答一下。你安尼遮济项，大家感觉你的做事风格啊？啊，就是认知的问题，你听。比如咱开钱吼，是实啦。会不会过于高调？
政府的钱我是赚啦吼。啊，当然这就是讲吼，有当时啊认知无同款，讲比如我脸书来讲是免钱的，你知无？所以我想讲这种的分享是上界性的，吼啊上界当有效果的。咱来做啥吼，一点出都万几个人甲咱看到。啊，这免钱的咱唔变，要变什么种的？啊，但是有的人家己也爱杀。开政府，开政府的爱赞啦！啊，我讲实在啦，局长、处长、主委，大家拢讲开政府的爱赞，开家己也爱赞。啊，那你本身好，局长，真正好，你在主持吼区域会议的时候，我冇去参加着。啊，你拢敢讲，足济的工课来包在我的身上，连北局的业务，你嘛讲冇问题啦。啊，请问啦吼，要五个月啊，你到了各区区域汇报里底，你答应所有每一件事，你到底做了多少？好人感觉讲哇，这个局长你在主持会议的时候，吼、哦，讲到这大声，你讲到这大声，什么拢包在你身上，什么拢总无问题吼。安、哦、尼，请问，那最后变成了？我们的空炮弹的局长，那时候局长，你安尼是给咱起掉助力吗？我看是变成是主力啦。尤其会议上，你无予各单位承受，因所有爱应对的问题，你一把揽在你的身上。如果你今天成就这么好，你能力这么好，所有的工作，我相信你都可以做得很好。市长满面恐弄个满头包，啊！唔过咧，局长，你认为你做得好无？努力中啦。我做一句话，得反弹啊！我不只只有听到我丰原区啊。我先讲，我到了台中市一样啊，各区都在讲啊。我先讲我的这个理念啦吼，比如讲我家己规定讲吼，这一百天内底，我逐天拢五点就去办公室批公文啦。因为第一，我拄啊做这个局长看无啦，吼、哦，先甲这个议员报告一下，因为我较早批是这个公司的公文嘛，即马批是市政府的公文，所以我都爱透早去。那啦，我有承诺讲，我对市民的这个，敢若讲，卖讲包山包海啦，我感觉我做会到的，只要人来甲我问，我都一定甲伊讲，说我有一个市民时间是六点到八点半，就是讲跩有人有问题的人伊来。啊、我好，局长，这条报纸吼，这张我搞起来。是。这条报纸，这红的你看无啦哈？公务机车使用，民政局副局长喊冤。这条你唔知有看到无？这张我有看。你有看到？有。有没有这件事？有。有，他本人是这样公器私用，胡作非为。无啦，无报纸。是修炼。无报纸看的遐严重啦。我听说他上任我们县市，我们林市长上任之后，他到了各户政的主任讲，您家助理吗？都贬到做主秘了哦。他一个副局长，可以胆大妄为，可以走到那里哦，可以做到这样子，你知道吗？应该是无啦，有没有？无啦，伊唔敢啦。伊唔敢，还阁有局长咧咧。啊，这已经出来啊，这伊敢无？哎，报纸咧写，有当时啊，都较有误解啦。他有没有做？到底有没有做？伊未做这种代志啦，未讲我白去人讲这個，我看。你来对啊，你检讨一下哈。来，咱剩的时间，找邱淑贞议员。哦，感谢哈。咱来主席，社会局刘局长，咱的即马是未来人口，别关键，你先坐坐。未来人口老化的这个比率啦，持续成长哈。请问哈，咱台中市咱的目前六十五岁以上的这个人口有偌济？啊是，那向议员报告，咱总共是267,000，啊占咱迄个总人口是迄个9.16%，啊到2025预计会到18%。嘿，你看咱的人口老化这么迄落吼，用讲超占咱的人口数吼，用要占10%啦，这个老人吼，是。那独居老人有偌济？向议员报告，然后2500位，2525。
吼、哦。好，咱有固定去探视无？哎、欸，啊，市府的因应政策。好嘞，议员，这点向你报告哈。阮、哦、这个部分哈，迄、那个我九零以后我非常哈重视，啊嘛，有请长青科哈来做这个规划。啊，这个部分阮即马已经哈，有迄个联系，咱即马迄个，咱即马这个咱的迄个社团哈，苏林社团。第一，那议员报告，阮第一迄个拜一才拄啊召开一次那个联系汇报。好、哦，啊，这个部分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讲，阮即马吼，即个内面拢我们都有迄个接啊，迄、哦那个迄、那个啥，迄个访迄、那个访视记录啦，哈、哦，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也会有那个连线，好、哦，啊，伊若到时伊老出问题，阮第一时间阮就会使了解。好，我希望讲咱对这老人爱多照顾啦，是非常重要。尤其吼，即马有一寡即个社迄、那个学校啦，哈、哦，是是，即、這个学校吼，也用讲是一寡即、這个。空间嘛，哈，以及讲一寡校舍闲置啦，哈，是是是，是毋是用讲来做这个托老所？啊、因为即马老人这么多吼，已经 是希望你看咱这背这个背托老所呢，哈，是是是，背这个日间照顾啦，哈，还是这个托老所长青快乐学堂哈，所以我希望讲是毋是当有较侪间利用学校的闲置空间哈，来每区都有一个这个。托老照顾老人的一个所在。好，这点吼向议员报告吼，市里对这个部分非常重视。阮除了迄个托儿、托育条龙的部分，阮即马托老，阮嘛专力去杀。啊，即马吼，迄、那个向议员报告，咱即马长青快乐学堂哈，今年又开一间新设的是北京。啊，我嘛向议员报告，我们确实，我迄个想法就是阿公阿妈是不是后摆吼，咱利用咱闲置空间，会使带孙吼去上学，啊，孙去上学，啊，阿公阿妈嘛去上学，好啊，那么结合咱的营养午餐，啊。总是讲吼，有一个这个，伊有影空间，阮即摆向教育局去变吼，哎，积极协调，而且，我想主要讲，因为迄个校舍吼，因为迄个无障碍啦，啊，佮电梯等等这问题。好，时间到。我一定专力来代表，感谢。我在这里哈，我们跟我们各位议员同仁报告一下哈，我们各位议员同仁，如果我们有要联合执行，还是我们的执行次序啊，有调动啊哈。请您事先跟我们民政委员会告知啦，哈，这样来安排起来会比较方便，我们会议也会比较顺畅。那以上是欧美尊议员跟邱淑贞议员的联合业务咨询哈。那接下来是我们赖家威赖议员的业务咨询哈，时间15分钟，请发言。谢主席。今天其实是我们5月1号的劳动节。劳工节啦齁，那今天是一个很值得庆祝啦齁的日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好一个社会的进步，事实上最辛苦的都是我们基层的劳工人员。但是呢，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在台中啊讨生活的劳工朋友也是到了4月10号啊的中节发生了意外以后啊，才知道我们那么辛苦的在台中努力的打拼过生活，但是呢，咱上基本的工作的安全，拢是呢，伫台北哦，伫劳动部替咱伫把关，唔是咱台中市政府的劳工局，既然唔是咱台中市的劳工局，所以讲呢，4月10号事情发生了以后。有很多基层的劳工朋友啊，甲本社啊来抱怨，讲为什么会有这款状况？咱不是已经升格了吗？咱已经升格已经4年外的时间啦，已经换一个市长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来发生？然后呢，4月10号发生中捷意外了以后，无到一个月时间。但5月1号，台中市政府马上就拿到更大的劳动检查权，劳工，因我们说劳工安全的检查权。到底我们是为这个政府为什么总是啊哈，要用宝贵的生命啊，当作换取进一步得到更多权力的一个代价哈，掌握更多其他权力的代价。参求古尼啦吼，5月的大甲地下道，咱拢知影讲一场大雨啊，夺走了一位母亲的生命。得到
东西的台中市政府啊，重视我们台中市地下道淹水安全的问题。但这届啊，四月十号啊，四条宝贵的生命，得到咱台中市政府的劳动检查权的扩大。但是到底是什么款的状况？敢有可能讲，在遐尼啊短的时间，我们就拿到那么多的劳动，那么大的劳动检查权吗？敢有可能吗？是不是说我们的终结意外，让我们的劳动检查权的争议这个东西扩大，还是导致我们市民有什么误会？是不是说我们劳工局局长能够在这里向我们解释一下，到底我们的劳动检查权的争取的状况是发生终结意外以后才争取到的，还是在这之前哦，其实就有进度，只是进度的状况不是太好，还是如何？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局长，请回答。是，谢谢赖议员对劳工的关心哦。有关这个部分，跟您做报告，就是说，其实，整个台中市政府在争取劳检权的这个部分，向来都是持续在争取中。那因为要做一个完整的授权，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个劳检人力的一个搭配。那目前我们持续争取的意思是说，是从之前好几年前就开始的意思吗？就是说，劳检处100年成立以后，其实在授权的部分本来就有在争取，但是因为人力没有一次到位，所以我们只好分阶段跟中央来争取这个劳检权的一个授权。所以过去我们就分三个阶段，那第一阶段是在102年的时候下放第一阶段的一个授权，那第二阶段的授权呢，原本是要在去年，可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因素的关系，所以一直比较延迟到今年。那今年的话，就是今年的5月1号，就今天开始第二阶段的一个授权。那因为发生了终结这个事件，好，所以市长他觉得说，我们不要再分阶段，我们如果人力可以一次到位的话，我们就跟中央争取全部的授权。所以我们在前一两个礼拜有跟行政院，在何新纯议员的协调，立委的协调之下，有跟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以及劳动部做一个协调的一个会议。所以人事总处答应在短期内会补足我们剩下的50个人力。谢谢，请坐。谢谢。局长，其实你刚上任，你还不了解啦。我们其实，尤其是本席哈，也做了三届的议员。其实我们台中市民啊，对于我们市府团队最受不了的，大概就是亡羊补牢这件事，或者是亡羊补牢这件事情做得也不好这种事情。我们其实很受不了说，哦，一个政策在前面推拖拉，一直都拖拖拉拉，做得很不 OK， 到事情到很后面发生事情了，又来亡羊补牢，然后在这个亡羊补牢过程当中呢，总是憾事已经发生了，才让我们受不了说啊，这事情明明可以做好，但是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了以后，才让这个东西很完整的展现出来。所以说，其实本席是希望在接下来4年哦，我们，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重大的工程，在局长你领导下的劳工局啊，不要让市民有留下同样的印象。所有可以一次到位的，或者是可以一次做好的，不要在拖拖拉拉的情况底下，又产生了亡羊补牢的情形。而且本席有调查了一些资料哈，这里有一篇中山大学的公共卫生系的教授啊，在4月12号在媒体提出了投书。哦，这里面有提到很多劳工局的业务工作报告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的问题。本席认为说，这应该要拿出来检讨一下。他这里有提到说，劳动部给的资料说，全台103年的劳保职灾给付千人率啊，是3.453%。他说这里面，在这里面提到的台中的数据是将近全国的一倍，然后
在这里本席想请教一下，台中是103年全国劳保职灾给付千人率是五都最高的5.67%吗？是，对。为什么会这么高？最主要是我们台中市内的营造业、制造业的部分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是跟产业的类别会有关系。所以，像台北市服务业比较多，所以它在这部分的职灾率会比较低一点。其他县市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营造业、制造业，所以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产生。所以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劳检权，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检查、稽查这样子的问题，是这样吗？因为劳动检查它必须还是要配足足够的劳检人力，那因为这部分我们一直是不足。那我们今年1到3月的灾给付千人率是多少？1到3月目前是。目前还没有资料，因为它必须要在统计后才会有，第一季的部分必须要到 大概六再晚一点才会出来，所以目前是103年底的资料。所以那我们现在六都之中啊，有劳检处的4个啊，六都之中只有4个劳检处嘛，是。那我们现在是排第几个？就是说1到3月嘛，现在的灾给值给付千人率里面4个，我们现在1到3月我们4个排几个？我们还是最高的，我们还是最高的嘛。 对，那其实我们还是很严重嘛。对，所以跟议员报告这部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比较针对营造业或者是比较危险性的一个制造业工作环境，我们会开始来邀集这些雇主团体来做一个座谈，看怎么样能够提升雇主在这一部分的自主管理的能力。那我们希望说，尤其是在营造业，因为它下包的厂商太多，所以我们想要用好的，就是比较遵守法令的厂商来带这些下包的厂商，大家一起这个自主管理。所以到底现在我们的劳检处到底是现在到底有几个员工？目前包括所有行政人员是41位。那劳检人力到底几位嘛？目前只有31个。目前31个。31个，但是实际禁用是真正的出去检查的有几位嘛？目前真正在岗位上的只有20出头个，因为这个劳检人力其实流动性蛮高，但是他又可是这里这篇文章里面提到劳检人力只有18名诶。那是比较，可能是比大家可能比较的基础不一样，比较。对，所以说，目前台中市劳检处的员额不是18，是41名，但是是包括行政人员。那因为那新北却有85位，是吧？新北的话，对，它是也是整个，它也是总员额的计算方式，总员额85，但是我们总员额也才41，那台北还有92名，对，那到底员额总员额满是几名？我们的话，如果要达到完整授权，必须也是要92，就是比照台北市的规模。所以说，以我们的现况哈，只有41名的劳检员，我们到底能够给我们台中市民怎样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其实本席真的很疑惑，副市长。依照这样子的状况来讲，难怪我们一直在做一个职灾的给付嘛，那也无怪于乎我们台中市总是处于挨打的状况嘛。那也难怪于乎说哦，我们老是处在一个说啊，人家通知我们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只能站在那边，我们什么其实想做也不能做的状况啊。而且甚至于说，现在刚升格的桃园，请问一下，这个刚升格的桃园局长，我想请教一下，他有劳检处吗？你知道吗？没有，目前没有。目前没有。那你知道他明年也即将成立劳检处吗？有。他们都即将成立劳检处，但是我们台中市的现况是什么？我们的警力没有办法满编，我们消防人力没有满编，我们的环保局的清洁人力没有满编，我们教育局的老师啊，教育人力也没有办法满编，难道我们连劳检人力啊也没有办法满编吗？这个部分市长他有承诺要优先，如果人事总处愿意松绑员额，我们这一部分会优先到位。
局长，你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这里的营造业跟制造业其实很蓬勃发展，这也是好事，是，但是如果蓬勃发展牺牲的是最基层劳工的生命换来的，这事实上并不是好事。前一任的市长虽然说他有在做，但是或许他做的方式不见得有那么的迅速，到底牺牲了什么多少人的生命，他一定是有伤害或者有死亡才会有给付嘛，是不是局长？对，所以说过去劳工局花了四年时间做不到事情啊，本席其实也不希望说在未来四年啊，我们这个政府啊，这一位市长啊，也做不到啊，那感觉真的很差劲。最基层的劳工是最需要被照顾的，我们在劳动检查的努力上啊，输给同期的新北啊，我们根本就不希望再输给比我们晚成立劳检局的桃园市。桃园市明年七月就要成立，也许桃园市有可能会做得比我们好。所以说在这里本席想要了解一下，训练一名合格的劳检员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报告议员，因为劳检员必须要经过考试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禁用，所以从考试完到受训至少要半年的受训期间，所以至少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才有办法正式禁用一位劳检人力。那么局长，两年后的今天呢，本席希望你可以让我们台中市的劳工局的劳检能力啊，超北赶北啊，同样至少拥有92人啊，是这样子，劳工局长你做得到吗？我们会尽力的去做。副市长，这样子你有办法请市长做到吗？局长请坐，市长、副市长回答。哎，那天吼有来跟他们开会，他们也跟大院说他要拨人来92个，因为那天那个人力那个拨有说一定会做到吗？两年内一定会做到吗？人如果拨来就没问题啊，包括训练在内嘛。对啦，对啊，所以基本就是你要求他们说人要紧拨来。副市长，这真正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有绿线还在叠着，四年内里面说随便做完也不一定啦，而且我们现在四个都在起诉，四个都在做水的钢铁，所以暂时不错，好好好好，我们时间到哈。时间刚好，以上是我们赖嘉威议员的这个业务执行哈、哦。那接下来我们请谢明言谢议员哈、哦、进行业务执行，时间15分钟。啊，多谢主席哈，各位在座党的老早大家好哈、哦。啊，我来请教安的副市长就是副市长，张副市长，你开开这话。我请教副市长哈，到拄啊，我们讲蔡局长做官甲做闲有啥分别哈？我相信张副市长是一个杰出企业家，嘛做产商协进会理事长，事业嘛做啊真成功，做啊真好。你来担任副市长哈，我想为了了解一下，你有啥感受？已经进入第四个月啊哈，你啥感受？哦，感觉啦哈，当然，似乎咧做工课，甲私人头路无啥共款的部分。咧，当然私人头路真紧，这样决定。伫市府的代志咧，大概爱受预算啊法规的限制，所以决策方面会较慢。感觉个个环境咧，你讲环境，你个人的行为咧，讲话方面等等，是不是要谨言慎行？当然啦，你呐讲到头拄啊，我嘛是要求大家讲话实在是爱较注意咧。我相信讲。你是谨言慎行，我倒看你回答能有较保守一点嘛，哈。对。所以，我相信你担任副市长应该慢慢会渐入佳境了，哈。谢谢。我想希望你好啊，林市长在工商改这方面啊到下手去。是是。你请坐。哦，多谢。所以蔡局长哈，而且你我劝告一下哈，谨言慎行哈，你应该讲还要讲，不应该讲慢讲，你不要动不动答应，没问题。OK， 那都是错误的，很多事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哦。
啊，你头先副市长讲过，加个代志各部门沟通协调，法令修改点点，哦、啊，不是说你讲好无问题，无问题哈、啊。宗庙就地合法不容易啦，哦、啊，我在立法院待过两届六年，立法院那个宗庙就地合法到现在三读还没有通过，牵涉保林地啦哈、啊，公有地啦哈、啊，还是讲有点点作些因素啦哈、啊，所以。我想法律方面你要了解一下哈，很多事你能够回答回答，不能回答你就回去研究看看。好，你从那主题区主义的能够做宗庙殡仪场所吗？可以吗？主题区主义的，没晒，没晒嘛哈。我看副州来嘛，副局长有到嘛哈。我想我讲的是哪一件，你知道？其实宗庙就地合法，它有一定的期限。哦，在民国几年？你讲民国几年设定的宗庙？才能够就地合法，有谁知道？你们两位不知哈、哦？八十几年以前哈，诶、哦，企业庙事可能就地合法，还有很多条文定约束条哈、哦，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哦。所以最近新企业挂庙事哈，影响到人家一直在抗争的话，我想你们要拿出魄力哦处理。所以我当时是希望各一个蔡局长哈。哦你当然非常认真付出，看你我等来上班不简单哈、啊，那真的是，但是就是很多做事要领方法，可能因为你打几百，较无熟悉了哈，也多请教人家，多问人家。我想你这是较确定啊，我们袂少被批呢，批了了一关呢，你知影哈？袂少被说了爱做真做。我请教，我看你守望相助队，你嘛真用心了哈、啊。但我发觉像守望相助队，我了解为是无多。继续做来改善，哈、哦，八种苦毛尽力了哈。所以小黄相助队其实扮演非常重要角色，哦，一样期待尽力不止。哦，说外地过来讲，应该小黄相助队爱给个经费要补助，哦，而且现在放宽到70岁，哦，这70岁以后要怎样有一种保障方式？我喜欢小黄相助队今天是相当好了，你但系你丢了做起小黄相真辛苦，爱招人来出钱，现在招人来出力。好、哦，这我想这种重点，你说我是希望讲，当年都每个里能够守望相助都有成立，我想减轻警力了。当我们的预算将编，哦，他们一些福利啦，一些保障啦，我相信肯定哈，你要给他关心一下，啊，落实一下哈、哦。我相信这个你不要中年，过了一下个例哈，弄个当然成立，你不要成立是啥原因？哦，甚至我看也有几个里联合嘛，也不错啊。哦，联合起来的话，它资源怎样要怎样分配？哦，这我想这相当重要了哈、哦。你的还有你们现在户政事务所哈、哦，我发觉有一个24小时临时差服务，这过程很好。但是如果你目前推行之后，它的效率怎么样？你们是开始推行了吗？开始推行了。哎，你现在你觉得效率怎么样？好过未歹。好过袂歹。下班了吼，咱都有一个录音啦吼。嗯。啊，录音早时，咱啊8点半上班了，咱就敲电话伊啦。嗯。有当时啊，一挂民众无清楚的吼。嗯。啊，来敲电话来问啊，咱就早时，咱就甲回复哦。因感觉这样呢，真好啦。所以你有对民众的满意度有查过吗？咱差不多户数的满意度会当到98.敢那89，差不多会使讲是只有达到100%，大家拢满意啦。好。后来建成，当然你买一红砖啊，哦，也要给市民知道。所以你在练习里的话，的座谈会你要告请里长帮你推销，里长是你左右手，哦，所以我想你对里长要较尊重，哦，买上迄落哦，毕恭春节后建成拜托人到宣传，哦，比方假日或者什么时候敲一下电话，敲别门啊再买一笔去，哦，你们赶快回复。我想这1999不知道是哪一个单位在负责。1999效力相当好，研考会嘛哈，我想啊，你抢节目，1999效力很好，有人讲啊，比林议员好个好，比官员好个好，哎，打个电话，哎，他就混乱，我说这效力很好，我想这效力很好，我也好好的发挥了哈，发挥效果了，因为抢节目，怕会消防局门下来，往下来，1999打已经快。哦，已经到了，所以我想这后建前，我、哦、就是要宣传一下。我讲说，你既然有推动这个东西的话，我想希望你先哦推动这。还有，我请问一下，你这目前
新住民是您负责的？新住民我负责的。新住民到底带东西，大带东西到底多少？有五万几个人。那少吗？安尼尔。大台中县市呢？对。你是讲中国籍的，还是越南、印尼？传播五万几个。传播五万几个。我开始来数你吼，我给你看一下，我才有数你。52000多个啦。好，啊，你是安怎照顾？我现在有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很担忧哦，他新住民，然后现在小孩子，是不是我们要这样辅导，又是语言不通等等这方面的话，安是应该全尽全力要去辅导他们。我们现在有创一个，这个在雕塑公园的一楼，做新住民的这个联谊中心呐、啊。嗯。哦，啊，那么开设。你雕塑公园，我想你应该别个区也可以嘛。我看北屯也相当多嘛。啊，那有一个网站。嗯。哦，就是讲有一挂网站，啊，过来讲，咱会当有一挂，哦。刚才讲一寡教因一寡书法啦，好，会当。好了，你好，你照顾啦，你好，你做啦，好不？诶，迄落大社会慢慢讲啦哈，谨言慎行，你学恁边啊咧阿瑶哈，张副市长就好了。好 ，OK， 我请劳工局哈，你请坐。迄个劳工局，我请教，我看张的发言哈，有结案的，想劳工周休两天哈，每周做迄落工作40小时，40点钟一点来做休两天，有办法落实吗？你们要知道去了解有没有落实、啊、是这个部分的话是向来都是我们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协助劳工的一个政策啦、嗯、那目前就是说在行政院已经通过这个修正草案送立法院，而且也出审草案而已嘛，对，草案出审还要一读二读三读嘛，对对、欸、你们有什么配套方法，比如说他们通过的话你们要如何落实这四小时，你可以查得出来吗？要用劳动检查前方面去查吗？原则上我们会先用法令宣导，会在法案一通过马上做法令宣导，然后之后呢当然也是会搭配劳动检查的一个方式。好，你刚才提过嘛，劳动检查我看今天报载也是远远不够嘛、哦、对，远远不够，但我希望说远远多，我不是老民、哦、有的厂商也是怕说你们人数会结一直这么检查，事实上有的已经没有问题了，你们还是一再去的话，我也怕说会有反作用， 是这样。是，所以报告议员，因为这部分我们还是先以法令宣导跟辅导为优先、嗯、那通常我们在做检查，因为劳动部进来都会有一些专案检查、嗯、所以今年104年已经进入到第二波的一个专案检查、嗯、那这个每一次检查家属都蛮多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就我们现有人力可以的部分会尽力的去做检查，那当然在检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跟副主任。如果说真的是40小时做了2天强迫的话，我想你要落实了哈。你想请我请最好我先告社会局局长，局长哈。哎是。对，我看你现在我们林市长讲的说0-6岁脱衣条龙，打通双关节，有这样吗？是怎样？你解释一下。来，打通双关节哈，任督两脉嘛哈。问对。好。向议员报告，其实是安尼，咱拖一条龙啦，哈，打通两关节啊，铺设三轨道。伊、嗯、个一条龙上主要来讲0-6啦，啊，双关节上主要来讲，咱0-2进前已经有迄个平价保姆托育，对，啊，咱迄个5岁嘛已经免学费啊，啊，啊，这个部分咱算讲隧道两端，咱起码的咱一家也拍通，啊，所以双关节上主要。你现在你现在是补助公立的是一年3万嘛，哈、啊，是问对。别书念嘛是一年3万嘛，是问对。哎、欸，你公立公托的话是针对大是5岁吗？或者0-6？哎、欸，那你的公托是迄个向议员报告哈，因为咱今嘛是幼托整合啦，对，啊幼整合，所以咱小学局负责的是0-2，啊、嗯、啊，迄、啊那个有关于保姆啊，但是迄、那个五岁是教育局。3到5是迄个幼儿园，啊，迄、那个部分是教育局伊来负责。所以你现在和教育局有没有沟通一下？有。你告教育局的话，因为我发觉哈，很多小学它是公托的话，好像都是大班制，好像都5岁嘛。是。所以你说要让他享受到0到2或0到4，啊，是，好像是私立的幼稚园才有。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公立的幼稚园，在0岁到4岁、欸，没有很小的，因为教育局没有来哈、欸，所以我觉得、所以像你们这样的话，应该是公立托儿所，公立托儿所嘛是有啦，那个部分，我看国小很少有幼儿园的啦，什么中班很少，上都大班比较多嘛，所以你这样的话，真的就是有较无钱的人，伊要读书以后读袂落，伊要当家5岁才读大班。抽签，我不一定抽会到嘞。所以，实际上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能够让收入较歹，
低收入户，伊根本无法度去读幼班哦，私立校幼幼班嘛，小班嘛，伊无法度嘛。哦，伊要给带私立收入，你嘛知影相当的高额嘛。所以无法度之下，伊爱赚啦。当然误会，来读公立公托，公托你还是要抽签的。还不一定抽得到呢，所以因为这些教育局没有，老是想说你们应该和教育局沟通一下，是不是能够现在小班制很多小学根本教室空着，能不能说零到二的幼幼班呐、啊，或者甚至小班呐、啊，要增加嘛？是问题。我你讲这一条龙，结果是某些人可以到私立学校读的话，靠享受；有些低收入家庭的些问题啊，靠可怜工，他稍微的读幼幼班，什么小班不可能嘛？啊、所以这个打通双关节还有一个缺点呐、啊，哦，这缺点是不是你们讨论看看？和林市长讨论一下，就和教育局讨论，国小能够有幼幼班，还有小班哈、哦。嗯哼哼。还有我发觉那个我们这个托老的话，这祭典的话，我看你几老人共餐到底有几个祭典？我看你每一桌是一天而已吗？啊是，向议员报告哈，咱迄、那个咱台中即卖目前迄个社区关怀祭典当中215处，215个据点，好啊，215个据点，拍摄迄个无用餐咧当中，那我记得是67处，是不是？有用餐的，现在目前有开放用餐是一百，我记得。现在目前需要老人共餐到底台中市有多少？是，咱今麦社区关怀祭典215，啊，底下有今麦无用餐的是167。全部需要老人供养，需要恁摕迄个餐和食的人215个，有遐少吗？不是，专程遐少吗？那社区关怀据点是215个，啊，按照中央的迄、那个。是215个据点而已嘛？对不对？系对，啊，迄、那个按照中央的迄个定义。我现在是说，如果你全面共餐，你要应该慢慢推动老人，就是孤独老人全面共餐的话，你有没有统计过到底孤独老人？在台中市有多少位？是，我请问一下多少位？你看一下。啊，那个用议员的那个报告哈，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有老那个老人送餐的部分哈，我们受理是1314啦。啊，我们起码有那个结合哈，那个一寡基金会跟您啊，阿哥那个。我现在是希望说你统计一下，到底台中市孤独老人。进入少子化嘛哈，有一天可能我嘛变孤独老人了哈，因为老人你啷照顾谁照嘛，哦，所以孤独老人到底有多少位，你要统计一下，然后有多少位需要共餐，然后我们点够不够，是不是要结合社会团体？如果说经委以省议员哦，各我们委员是不是结合一些团体来协助来帮忙？是不是这样？是，以往用你报告，咱的起码现在都往好嘛回复，咱的老人65岁以上267000，啊，迄、那个咱迄、那个独居老人哈是252525，啊，咱这個部分起码一间拢有迄个送餐的，真的像255全部都有吗？有，独居老人，几百买一概念，几百买食一顿念，无迄、那个，我看你每桌共餐一天是中到顿念。对啦，咱有一个部分吼是咱老，你有几位买只一盖钥匙啊？无啦，无，迄那独居老人，迄阮迄个，每天都送嘛哈，迄逐工送的来，每天都送哈，嘿，阮逐工送。我想这2525可能不是，是。好，这个部分呢，我后续再提供。我们时间到，好，以上是我们县民员、县议员的业务质询。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曾超荣曾议员哈业务质询，时间15分钟。感謝主席，副市長，咱各位局長，各議會同仁吼，各媒體，迄個針對今仔日吼，民政單位業務諮詢啦吼，本身有幾個建議啦吼，我相信這攏是長期吼，本身是基層所聽到的，包括有一寡這個建議啊吼，我是台中市合併了，迄攏是副市長，吼，我都類似的建議，但是安尼到即馬都沒有一個很妥适的處理，我嘛希望講新人新政。吼，这是确实百姓的需要，啊，而且卖用对咱台中市市民造福的一挂实际的业务啊，吼，咱希望大家用探讨，吼，来做一个推动。第一项啦，吼，针对劳工局，吼，这样都啊赖教委也嘛稍微提到啦，吼，劳工局哈，当然这是咱应该要来提升的啦，吼，就是针对台中市整个劳动安全检查，吼，台北市直辖市了，你看台北市、高雄市，吼，因整个业务。劳安检查都是家己担起来嘛，承担起来。咱讲直辖市啊，新北市是3年前，吼、哦，迄当时劳委会嘛唔肯啊，即卖劳动部让新北市朱立伦就是有迄个架势，吼、哦，伊就是家己设，
台北市、新北市设了91人，哦，整个劳动安全检查，咱台中市较近嘛，哦，上个礼拜在我北屯区一个工地，哦，发生了一个哦啊这类、个、公安事件，哦，卡119，整个连线119来检查的就是劳检所。我感觉咱台中市已经是直辖市啊，咱有迄个能力，哦，咱嘛应该要担起着劳动安全检查的业务。哦，咱即摆41个，其实这不是实权，拄到代志嘛是吼。哦劳动部的检查，我感觉讲这点啊吼，我们责无旁贷。四年前我就建议啊，四年前我就希望咱台中市针对着整个公共安全、劳动安、劳工的权利、劳工的安全，咱来担起着这个吼监督、检查，包括辅导的责任。这点副局长，咱家己来做好啊。吼，这个真正莫个莫个拖啊。吼，这点好啦，你请坐。我是感觉讲这吼，未使搁耽误啦吼。啊，第二项，咱台中市啊，吼啊，当然，吴市长，吼，伊做13年落台，其实探究很多原因啦。啊，咱即摆市政府，我希望讲啊，吼，咱检讨缺失，我们提升服务品质。但是就几点啦、啊，公务人员啦、啊，吼，咱抓起来，即公务人员是啥物款的指标上面，啥物款的目标，啥物款的理想，啥物款的管理。哦，也要对咱做做甲真欢喜，吼、哦，这点，吼、哦，我相信咱副市长啊，吼、哦，伊是我所熟悉内底，吼、哦，成功的企业家，啊，即嘛，吼、哦，来做咱的副市长，吼、哦，这个政府的管理啊，吼、哦，我记一个咧，吼、哦，就是讲，哎、欸，咱过去台中市有一个台中市政府员工电话礼貌考核要点，吼、哦，颁布一个考核要点，吼、哦，内底，哎、欸，咱的市政府员工听到电话，即嘛小块紧张咧，未来反正。哦，躁郁症、压抑症都摇，会压起来。先阿讲，来第一声，好、哦，我办公室我坐咧坐，但是有当时啊，我会来应应啊，我会做一寡业务啊，我无可能甲顾住即起电话啊。好、哦，我来一隔壁甲人讨论一寡业务啊。哎、欸，第一声我无听到，第二声我伫应应纸都要出来，吼、哦，都要记咧在操作。第三声，嗨啊嗨啊，即我来去接啊吼、哦，要撞转来。第四声撞转也袂赴啊，嗨啊。即若讲第四声压起来，拄啊拄到考核的。当然，八成来澄清我接应当的啊。但是这通电话，如果那是考核电话，我是零分呢。所以讲，伊只犹豫啊，四声都唔敢接啊。纵使八成的嘛是啊，但唔敢接呢。两个号伊电话无去，才敢来接电话。嘿，整个精神是紧绷的。好、哦，整个迄种我感觉讲，安尼要何咱的整个员工，好、哦、人心惶惶。好、哦，为了考核，为了这种的机制，好、哦、大家恐惧、恐慌，这唔对。我感觉讲吼，其实在整个管理是人性的管理，吼，没有那和这些公务人员做个真欢喜，没有压力，而且做得很有光荣感，啊，我相信这是一种教育，吼，这是一种吼，应该是吼理想的教育跟道德，包括吼咱一寡责任教育，吼，这方面咱大家共同来面临。我嘛希望讲，这是不是来做一个检讨一下，是要继续安来做吗？好，来，这恁两个做一个较实际，但是我就所听到这些公务人员。哦、我一个好朋友，因在惊疑事实，吼、哦，对这项是真不满，而且对这项是真无满意。吼、哦，恁家己用去做一种吼、哦、调查嘛，吼、哦、用啥物款的方式，吼、哦、来去除这种吼、哦、无必要的压力。来第二项吼、哦，咱台中市啊，吼、哦、当然有写一个叫做一通电话全接服务啦，24小时回应机制实施抽测，确保执行效率。这到底是做标面呢？也是做实际，吼、哦，咱家己用做调查。当然，1999你卡去，吼、哦，整个混乱，整个处理，那是针对1999。但是咧，我相信一般的人，咱的百姓，吼、哦，比如我今仔日，我有啥物可能业务，我卡来环保局，啊，啊，我哪会处理？我卡来农业局，还是讲我卡来经济局？我要爱工作项目是啥物？会真清楚来完成，真方便，真便利，而且很直接。我感觉安尼才有迄个意义。但是实际上，和咱的满意度91.43%，91.43%，好，的满意度哦，我感觉这点我质疑啦，好，因为我本人哈，包括我服务处的团队，卡是台中市政府，哦，办一挂业务，你相信讲，干那一个业务卡五通，要唔知影讲要安怎解决，要去找多一个单位，这个思想还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是不是这点就这点，好，咱买当做更加明确，哈，更加妥适的处理。好，安尼这是就这两项业务啦，哈，来第三项，当然我相信即马，吼、哦，咱市长就任了，
对整个的这个社会福利是非常的重视，哦，这嘛是咱哦市民感觉真期待。但是社会福利其实是长期性，而且是多元性，哦，这是爱卡，哦，有当时啊是啊未雨绸缪，针对着台中市，哦，包括台湾啦，哈，所面临都啊咱哦李局长嘛真清楚，有了解老人的问题，老人的问题是咱台湾未来哦必须要面对的，哦，即嘛。哦，当然，你讲老年人口18%啦，吼，其实我是感觉讲要用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吼，来做分析比较，安尼比较恰当啦。哦，103年，哦，咱中位数，哦，咱是39.4岁哦。哦，未来随着人口105年，吼，会超过40岁；123年，哦，咱这个中位数会达到50岁；到150年。哦，咱定义达到98.6呢，这个中位数就是代表讲，哦，我即卖啦，哦，我115年，哦，10年后，抚养比就是48%，等于讲一个人爱饲一个人，哦，迄种压力潜在，哦，无论是讲你是14岁前，还是未来65岁以后，哦，这种抚养比例，迄是足重的一个责任，目前咱所看到的，哦，其实。自民国80几年，吼啊，迄当时我做公粮基金会，我就发觉讲，这老人问题，咱社会共同来克服。其实政府的资源有限，但是民间的力量，咱要安怎来整合，吼，要安怎来鼓励，要安怎来提升，吼，这是咱必须要努力的。即马真重要一个日托服务啦，咱即马拢单亲，卖讲单亲啦，吼，就是讲两夫妻，真的在整个目前的薪资所得，一定要两阿婆共同出力探价。叫摘掉哦，来维持这个生活。即摆咱的平均所得啦，3万多，3万几块，是要来维持家庭。两阿婆同齐出来上班，我相信在座包括局长，你们都是已经哈7、8万，甚至10几万的薪资结构。我相信，或许你们两夫妻已经也都是在职场上面奋斗。但是咧，咱这老大人，哦，65以上、70外岁，哦，咱囥起处理，要分家己煮食，佫袂放心。我，哦，像这种诶，哦，咱。大概他又不是中低收入户，嘛无迄个送餐服务，真正享受的制度是啥物？日托，哦，这个日托的水平、日托的设施，哦，包括日托，哦，的整个机构，这是咱政府来做推广的。哦，我两阿婆来上班，老大人，哦，我到7点上班，8点才出来日托中心。啊，这个日托是足多元性的，哦，来遐要行棋、要唱歌，哦，要来遐上课，哦，这个中心。真正是咱政府即马爱积极来做诶，吼，包括之下呢，哈有吼营养卫生，吼，包括身体健康诶整个维护机制，所以讲即个日托安养中心、日托中心，吼，应该是会当来更健全。吼，你看咱台中市目前间隔，吼，日托的业务实在是非常的少，遮尔啊大一个都市内底，吼，台中市底下是270几万人，咱竟然敢有8处啦，敢有8所才有日托，像我。位置是北屯，哦，北屯的人口数是台中市上多，竟然北屯无甲一个日托的地点，所以这点啊吼，真正是咱来努力，爱加强，甚至咱政府无这个资源，咱来辅导，咱来鼓励民间来设这个日托中心，我相信这是哦，咱责无旁贷，哦，而且非常积极，啊来做一个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的一个推动。过来吼，啊，针对到这个人民团体科了哈。哦，咱政府啊，吼啊，当然极力一个模范母亲的表扬。吼，哦，我接到这个服务案件，我哪会变啊呢？其实啦，吼，极力干啦一个模范母亲表扬。吼，哦，像顶天国公所办理模范母亲表扬，吼，哦，那是公所家己办理的。但是咧，台中市政府过去往年，因大家足其他呀，规家伙啊，吼，哦，要来，尤其是新市长，人生了个缘投，吼，哦，啊，大家哦，官票当选，希望讲，哎，用个模范母亲甲市长。聚会一下，咱定是5月3号。结果咧，这模范母亲知影几个？无咧，无几个人知影咧。吼，哦，才主动报名参加。我是感觉讲安尼啦，来告知，吼，哦，大家模范母亲告知5月13日几点？吼，哦，咱是台中市政府林市长本人有要表扬，恁有要来无？台中市625里尔，呾通知一下。我感觉责无旁贷，足侪人唔知影咧，唔知影5月13日。哦，会来接受市长亲自表扬模范母亲呢？哦，这个业务我感觉讲真的，哦，积极，哦，还佫会付哦，时间佫会付哦。今仔5月7日，佫2天，
五月初三几点几分在什么所在，吼，咱可爱会麻烦母亲、麻烦妈妈要来参加无？我相信会真侪人想要来，吼，啊，咱嘛这个系统有当时啊，你透过里长，吼，啊，里长到底，吼，有诶，就对家长印象毋是真好诶，吼，啊嘛不一定讲，吼，伊愿意，吼，要陪伴去等等，吼，我希望这个服务案跟我接到，感觉真突兀啦，吼，咱会当适时来做一寡改正。过来就是咱这食物银行，食物银行啊，吼，当然利益良善，啊，而且，吼，这对一寡，吼，真正需要诶，吼，食物银行是真的是不错，吼，咱做个即马总共，吼，做7561户，吼，咱台中市目前有3个实体店面，有28个发放点，甚至即马有5个连接站，哦，啊，即个设施，即个功能，但是咧，食物银行，我相信我即马知名咧，吼，除了社会局长知影讲食物银行安怎请，包括所有里长，包括议员啊，包括媒体，有多几个人知影讲。食物银行内底的东西，我具备什么款的条件会当来摕？我尽职甲什么款的，吼、哦？诶，这个身份证来领这个食物银行，吼、哦？啊，甚至，吼、哦，我今来做一个议员，吼、哦，看到一个较困苦的、较惨些的，我要来摕食物银行，诶，真正找无所在，要摕救济这人，我拢家己自掏腰包来买房子。我希望这项，吼、哦，这项真的把它更普及，吼、哦，这整个好的措施，包括你这食物银行的。哦，大概什么标准？哦，应该广为周知嘛。里长嘛爱知，林长嘛爱知。我里来林来，因为这种的啊，吼、哦，就是讲在做布施。哦，当然有一挂人有贪念啦。哦，啊，但是安尼啦。哦，真布施，哦，不怕假和尚。我相信讲，咱今仔日咱要做的是行善，行善，把制度、把标准定出来，啊，好人知啊，有需要的人来提，有管道，有窗口。哦，我相信这。我做一个民意代表，嘛是到分担这个社会责任，吼、哦、一些事项。过来，吼、哦、这个民政局啦，吼、哦、啊、民政局局长实在是足认真嘞，吼嘛足积极的。我相信公务人员啊，像安尼，透早5、6点开始撞，拼到半暝啊12点，吼、哦，各大苛责实在是无理啊啦。这样认真，当然拄开始上任，足想要做代志的。但是咱有几项共同做好到，啊，做好百姓有感。好、哦，这个感受就是讲做嘞可长可久。当初是林佳龙做新闻局长的时候，伊做一项真好，整合平台，把台湾所有电视媒体全部定掉。哦，我今仔看第10台就是慈济大一台，哦，看50台就是三立。啊，咱今仔日嘞，好、哦，我大家建议一下，我建议足侪遍啊，路民，哦，一路通。我讲举一个嘞，丰原甲大理这条路，一丰原叫做天心路，一潭子叫做连春路，来个北屯叫做军工路。过太平叫树德路，吼、哦，过来叫做十架东路，迄干那一条路，吼、哦，数十几个名，其实像这都是单一，好多一个名。纵使困难重重，也是赶快贯彻执行，这是短期的阵痛。但是咧，未来北关区的人要来台中市要找路，甚至吼、哦，咱未来吼、哦、整个道路的顺畅，像台湾大道，当然这吼、哦、一条路都我都贯穿同一个名字，当初是嘛几啊条名。哦，咱即摆希望讲，就这方面呢，哦，比较长呢，哦，而且纵贯横贯，哦，必要的，我是感觉讲，即刻即时来改名。你像中明路、进化路、中明南路、进化北路、钢雕路，而且拢是20米以上的道路，咱是不是讲即刻？哦，这种的吼嘛，卖拖啦。过来这个民政，好，啊，我们时间到了哈。啊，我们那个总咨询的时候可以再咨询发言啦，哈、哦，谢谢我们啊、曾朝龙曾议员哈、哦。那接下来是我们啊、李丽华李议员的业务咨询哈、哦，时间15分钟。谢谢主席，咱副市长、咱各局长、咱各位事务同仁、我们议员同仁、媒体先生女士，大家高赞。本席啊，针对着。咱伫1月22日，咱市政府就邀请太平区，毋是太平区，各区的里长开始要一个座谈。这个座谈就是要了解讲基层的需求。结果啊，伫阮太平区来讲，足侪里长甲我斗的，含我嘛拢接到通知，搁去用牵扫掉。1月22日，就讲1804年2月初四。
咱要地方吼，副市长甲机关首长基层的座谈，大家里长痛到要死哦！这新政府要来听咱讲话，地方的需求一直期待。一月二日甲咱送一个通知，开会通知，一直二九甲你话暂停。本社今物甲公文提来，我要了解副市长。咱台中市政府的威信何在？未来你的公文是公文来算是，还是公文来无算是？这是一个重点。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古早人讲君无戏言，咱今嘛唔是呢？在开什么玩笑？对不？一个公文刚通知要开会，二月初时还未到，一礼拜娘赶紧来讲取消了。副局长、副市长，这件代志咧好回答。恁天下第一大局，蔡局长嘛同款，主张新政务以后，座谈伫阮太平区，甲即嘛无一间正经，开一间会，请参议来主持。我请问你，参议你予伊偌济权责？参议主持会议，搁一挂各局的招数的股长，无一间共正经重视啦。等于讲，新政府上任以后，开会通知台中市政府的微信看不到，通知也使给你通知，通知嘛随时给你取消。到即马为止，拢一挂细粒啊，局长级的拢唔捌来，副市长要主持会议，才公文有写哦，没有来，就这样子。我要问副市长，这件代志你知无？咱开几位啊？迄几位拢有足侪迫切性的建议跟需要，结果恁有工作无？如果恁有做，那其他无开的会，遐区公所，阮各区剩啥？有大细人之分吗？所以，请副市长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主持人张光尧呢？啊，微信在哪里？啰啰嗦嗦的回答。这个我是真正无去。你知道有这个会议无？有听讲。恁今麦是甲你长增效安尼哦？啊，袂用讲增效。啊，无今麦发生什么代志，会使遮随便。今麦是。蔡世英要回答，吓。来回答一块。万家之主，你敢回答？我讲你敢，你置我们张副市长于不义哦！你看伊什么都不知道，你敢杀嘞人？你定话你杀嘞人？国库库公算话你杀嘞人？来，万家之主，你敢回答？这件代志，甲咱的李议员报告一下。大声一点。报告一下就讲哦，原则上第一拄啊上任的时阵哦，真欢喜，想讲吼，咱各区哈，那错，当作局长就好做，无啦，不是安尼讲，李长就好人，咱哦，今来甲解决一寡利的问题啦吼，啊，所以我就甲副市长有甲报告就讲吼，因为咱要叫处拢来，有需要，你就甲献计，我拜托副市长来这个啊，刚才讲啊来主持这个会议。吼、哦，啊！但有当时啊，拄啊开始较无闲，拢我去啦。吼、哦，啊，所以咱各你去几位？你主持几区啊？我去主持六区啦。六区。啊，其中一区原来有开始，但迄区我拄啊迄个时间无去，所以总共就开七区啦。吼、哦，啊，出来你二八区，啊，搁二一区咧。我讲讲我了。更厉害闲，不要紧，适当诶。我即马总排出来对无吼？嘿。诶，时间排到四月去啦。吼、哦，一个开始排到四月啦。啊，但是啊，这个排是真啊假？真诶啦。啊！你要带上去？我着一挂即个各局处的，像建设局副局长、啊环保局拢来嘛。局长，针对你六区开会以后，你发现里长地方的需求，足侪嘛是迫切性诶，急迫性的。啊，你认为你敢有共一片啊？敢有实施啊？我先甲伊报告着讲，我即马着讲，伫咧开虽然开六区、开七区啦，但是我所有哩啊九区哦，吼，因为咱时间讲，你顶讲安尼开会袂赴啊。麻烦吼、哦，甲所有的资料吼、哦，叫区长全部拢整理来啦。哦、啊，你整理来，我工作给你建议拢有作用吗？有。啊，我即摆整理来，伫倒只，放伫我后壁面哦。我一区一区所有的。啊，干那提来放的是要创啥？我无要执行。就是讲，所有拢去研考会来做即、這个，干那讲研，就是讲管理。然后我来追踪到底咱跩里长建议的。来讲，咱就做较多。我知影讲，即阵已经做差不多44.6%啦。就讲有建议的跩，有40几%拢做。我咧讲，你这工课，我知影。即马我是对着即个讲，其他二区无开会人跑不完、啊，所以我希望你的规划、你的设定、你的照安尼行。
照行程行。台中市政府，咱的公文是威信的，对不？你袂使讲，一个公文给人，一个把你共取消掉。你对这件代志，你有啥物看法？我的看法就讲吼，有当时咧处理就是讲，你有感觉对不起国区无？对不起，阮太平区，对不起，阮所有里长无？咱要后壁拢叫区长，拢有国区哦，拢有国区，唔是国区。你国区就二二六六，你是咧？现在台务差济。张光有没有来？你没有来，你即卖是啥？天甲地呢？好不？即卖好。这件代志，我要阁请教局长。咱今日咧开会，我看到咱国区的区长坐一只。国库区区长伫地方业务也真无闲呢。虽然恁这么宽较细，那么足侪代志啊，请伊做。地方的人对因的需求嘛真了。一个区公所国库区长咧咧伫个咧掌管中，对无？公务进行中。拄只李天生走倒，李天生议员议员，阮姓李也甲我讲这啊。啊，当安尼叫这区长是来创啊？啊，我请问你，啊，区长来这要创啥？业务你料理都袂起啊？开会你就会使讲我白开取消啊！啊，你即马叫起来要创啊？你即马是咧摆阵头哟？你敢回答？这个议员吼，咱尊重议会啦，吼、哦，就讲咱要尊重议会。有当时你问个问题，我讲，地方咱来讲，我拢足少去问到，几乎没有。你去查资料，地位一半也去答到的。啊、我跟你讲，阮是建议，李天生你来一起，因为阮共同的看法，咱开会的时阵。吼、哦，吵这无什么代志吼，根本就无需要请这区长。有的是遐尼远，业务遐尼无闲，来坐车报纸嘛袂使看，佫袂使读书，佫袂使买平康，佫袂使划手机。这拢蔡雅玲去讲讲的，吼、哦。所以伫这个前提下，本席建议，包括李天生，阮的人事，从此以后，民政局咱来咧开民政，区长会使回位地方办业务无？欸、只要咱议员若有这个决定，我都会遵照办理。安尼吼，嘿，今麦阮两个拢做安尼决定啦，吼，嘛做安尼建议啦。真正叫来这个摆阵头，看民政局阵头真大，万高基础足大尾安尼吼。无，唔敢唔敢。好，你请坐，我已经有建议啊。过来要讲劳工局的业务，劳工局，咱今麦在咧为着终结公安，吼。林家良市长都熬拖呢，熬砍拖呢，劳检人员不够。我告诉你，劳检人员不会不够，看你人哪能善用，无代志啦。二月开始，加油站的业者拢甲讲，拢来呢，逐天来坐。三个月前，你所有的加班上班的资料摕来，你甲想啦，拢工读生啦，业者咧请无人啦，会无用到要死啦。啊，无要生鸡卵啦，去共放鸡屎，怨声连连，嘛已经找议长。所以讲，劳检人员、劳检处业务真无用，啊，用伫对个所在，局长用伫对个所在，你唔好去扰民。即卖时机真歹，加油站嘛是微薄利润，啊，咱着叫遐人去共抄。二月抄到即卖，嘛去找议长，足侪人嘛找我。我即卖是要讲。那针对终结公安事件，人员咱来追加吗？你们市长咧啥？四十一个无够，咱来创个九十二个，讲个笑话。干那这么济人，对到贵所有工厂、吼、哦、加油站，坐坐诶，项目足济，有关恁要共抄诶，就足烦诶啊！啊，你即马你追加九十二个，你嘛逐工三顿拢爱去底下共抄咧。所以本席认为啊。劳检人员不能因为终结公安事件而要搞到增加五十一个人，顶头太多吧？有对，我的必要吗？请回答。是报告议员，因为有关劳动检查，它分两个区块，一个叫劳动条件的检查，所以议员您刚刚讲那个是有关劳基法的公职公司，公时公资加油站那些吗？对，那个休假的。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劳检人力要增加是属于工作环境的安全卫生，所以那个我怎样安全卫生的针对工厂嘛，营造区嘛，就是大部对，就是制造现在目前制造业啊，工业区，我的工厂政府办理的工程，制造业是不需要人吵个再袂掉，真正啊，你叫人讲锅炉训练啊，讲课啊，天车吊车，什么嘛听恁的，吼、哦，公安卫生对行无错，其实产业足辛苦。拢咧流汗，
手做啊，增加做啊，好落落。啊，提恤民意啦，真的唔免讲，对加五十二个这件代志可能啊，咱就真拉锯。本小人的咱足侪人利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在扰民、扰乱业者，所以你这个要对加，我看大家真研究咧。所以市长也不要因为家己公安的代志疏忽有责任，就伫个杀个老检处无够人，讲个想好笑吧。所以要追加这个，本席有很大的意见，好不好？人员的善用，你们思考一下。如果确实咱人力不足，劳检处处长嘛真认真，足济代志，咱咧甲伊讨论参详个时，伊拢真重视。但是偏偏中央足济烂政策，无过经过大脑，大脑内底底啥？柯文哲最近拢敢讲，内底的底下阿里不达的物件，吼，装大便也好，装阿里不达也好，重点是中央的政策，咱唔能傻的拿着鸡毛当令箭呢，体恤民间的疾苦啊，好不好？所以你九十二位啊，要对加五十一位，这可能啊真研究真参详，所以这件我针对这个，甲局长建议，局长你的意见呢？我们增加的人力，我们会以优先做雇业者的辅导为优先呐、啊，我们还是希望他遵守法令。恁那辅导的十四人，我跟你讲，人员袂让你增加遐济。那是劳检处处长呢？处长，哎、欸，换人？哎、欸，没有，没有，没有。不换啊？你也散？你最近老林局长超伊哦。哎，好，你的人力够不够？报告议员哈、哦，这个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这人力都红差红嫌个要死呀、啊！够你五十个。过你五十亿，我跟你讲啊，你遐人要安怎排？规工加油站吃三顿，好无？过三顿去啊，过咧，好无？议员吼，这个五十亿咧吼是增加伫这个安全卫生的部分的检查啊。他都议员讲的讲迄个加油站的部分吼，迄是劳动部补助咱人员去做检查啊。所有的检查的对象嘛是拢劳动部下来的，包括名单也是他给我们的。处长，哎，是。处长，你请坐。所以，即马要对价五十亿个，是劳动部要给我们的吗？啊、不是不是，这对啊，要开起户的钱啊，开起户医生啊。报告一下，他之前有给我们二十个劳动条件的检查，吼、哦，啊，这经费拢是劳动部下来呢，啊，伊嘛要求，吼、哦，所有的这人员拢一定做劳动条件的检查，啊，劳动条件的检查就是工资工时的部分。我知啦。人这拢知啦，就是为着这個，我讲未平安、未舒适啦，杂杂啦，人员未使遐济啦。我联动所有议员同仁哦，这件无啊简单啦。啥物咧？四十二个要创个四十一了吧？四十几？目前四十一个。四十一个要创个九十二个，可能性真低啦。吼，这先甲你告知的，来预告一下，请坐。吼，过来，我要来请教我们社会局局长。本色清水的太平区两个托婴中心，咱旧卫生所、公所边啊，迄个宿舍啊，旧年就招生，家长拢笑闷闷。但是我咧讲收三十个囡仔尔，你知影要叫少年人去上班，认真生囝，无啊简单。我平啊图书馆清楚一个，到即马无动无静，我唔知影即马进度安怎。即马济济人咧甲我问，拖沙到即马啦，拖有够久。旧年就讲有可能年底落成营运。阿克今嘛唔知进度安怎，局长。来，哎、欸，议员，我跟你讲，托婴的业务很重要呢。议员，啊，你今嘛你有接轨无？你啊，你咧创啊？有啦，迄、那个向议员报告啦。阮今嘛吼，迄、那个工程发包吼，因为迄个采购吼，电梯的迄个采购进度问题，向议员报告。明年的迄个2015年2月，阮这个部门，阮会来。今嘛2014年才几月？才4月，今5月1号劳动节。你要创到明年的5月，过一年闲啊，咱来等阿久。我们的行政效率有那么弱吗？议员，这点向你报告哈，上主要是因为那个电梯啦哈，有那个采购，那个工程采购的那个。是是是。好，是好。好，我们时间到哈，以上是我们李立华议员的优质询，接下来是我们苏庆颖议员、黄锡佳议员联合质询哈，时间30分钟，那请苏庆颖议员哈啊发言。多谢啊，多谢主持人啊，各位大家好哈。那么当然啦、啊，这是这届啊一处的这个业务质询啦哈。那么今天第一天
在个人呐、啊，感觉讲民政局吼、哦、是非常重要啊。你含包括地方，包括政府，你阁是总联络的联络人呐、啊，府会啊，府会总联络人。那么要该探讨的代志伤济，当然我简单先来请教你啦哈。你伫这个百日游感这本呐、啊、哈，这本开发偌济钱？啊，大声还无听到？一本62块啦，62块啦哈。诶，对。啊，伊价值是倒位？价值就是讲哦，加有做的工去加，因为内底。单讲有做的，是内底有做的工去加，因为内底，互大家知影就安尼啦。是。但是你敢知影？你上后边哈，你是咧造神运动啊？哦，较早个毛雨露，啊，你即马是咧创一个蔡雨露啊？啊，你遐部署拢逐天爱背，爱区长拢爱背。无啦，我像正讲，啊，区长是你管的，还是派出单位？我是督导尔啦。督导啦。督导，区长是督导。唔是你的单位啦、哦？唔是，还是派出单位呢？还是督导尔。哎，啊你！你这，哦，安尼，下个安尼来，哎，然后一讲一句话，你就是咧造神运动啊！我来是分享啦，分享啦，好听分享啦，系啦，对啊，你若分享，你用来传就好啊！你甲印了一本册在遮，是不是呢？安尼对你家己，你的感觉，对你即摆用心讲，你的感觉呐？啊，都甲心情讲互大家听咧啦，讲大家听，面对面来讲就好啊。那都要做一本册，做个哈数学，做一本册，做安尼出来。你看这本啊，比市长的市政报告啊，搁较用心，对不？搁较美观，是不是呢？是。所以啊，我希望了你是在办造神运动啊，哎，你为着讲你所讲的话，你的蔡雨露啊，就是爱甲推扬出来。这点市长都无做啊，市长嘛做无做这啊？干阿，你做大局长哦，你想者，恁20几局有倒一个像你安尼？拄啊开始做，较袂晓的啦。唔是较袂晓的啦，心态问题啊。做得爱红知吗？对不？做得爱红知吗？互了解啦，唔是知啦，互了解讲在做啥呢？了解平常时讲就会使啊，这唔是啊，你这是一句话一句话啊，你做的基本的我无甲你反对啊，对不？但是你咧造神运动，我后摆改善啦。要这届都不看袂落，该后摆，对不？要过后摆，后届无啊啦。后届啦，有阵爱退回当诶。好啦，你请坐啦。要是个要甲你谈代志吼，这个装修顺的是遮来啊。当然啦，这个是探讨啊哈，破坏活络啊。感觉讲有问题，一个大会。这个业务检讨，都是提出来检讨啊。当然啦、啊，我先甲阮这个客委会哈、啊，我刘主委啊，先同意哈。台东区啊，你请坐，我无也无请你讲哈、啊。台东区呢，有40多万人口，客家族群，你用脱颖而出啊，我先甲你同意啊。但是我嘛要甲你提起啊。过去，你捌定来伫提起，我亲耳听到啦。你讲吼、哦，你有一个再生父母，对吧？哈，有一个吼、哦，你的一切的父母，哈、哦，甚至我那去庙拜拜了，家乡呢，但是呢，哎，变化，我记得是怎个代志呢？安尼那不管是都。想起来，但是那变我差下济下济啊！哦，另外有一点吼、哦，我嘛要甲注意报告。你捌一遍去当时公所开里长、林长的会议，你万到位知道。那么去的是你讲，你有讲一句，哈哈哈！我都是山城最大迄个乌手啊！人事的乌手啊！啊，这大家里长啊，不是大家里长，真侪里长团结安尼啊，讲你底下呢，我是山城人事最大的这个乌手，
来来来来来，我真好奇啊，水啊，你请讲过，什么做乌酒？来来来来，你甲我讲，我好好背熟知影一下。诸位请慢。来来来，大会主席啊，陈议员，谢谢苏议员的。不啦，你有什么什么乌酒啦？你什么在解释乌酒？解释黑手哈、哦。哈、啊，卖假卖假假，简单搞回答吼。一般从事机械的啦，吼啊，或是水。无啦，你搞我，我咧讲，你袂注意听吗？有开里长、林长会议。报告苏议员，我这一场完全没有参加，也完全没有印象，也从来没有讲过您刚才讲的这一句话。啊，袂晓晓开啊，里长安尼唔多，我就不清楚了，唔多问题啦，因都问题啦。我可以跟您报告，完全没有，也绝对没有。哎、欸，我无听你讲，我听里长讲，我听。三四个里长在讲，那我当面跟您报告，就是没有，哎，没有参加过，也没有讲过。遐里长更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嗯，安尼遐里长安尼安尼，那我不知道。嗯，奇怪，无这个代志，里长哪会落去？完全没有这件事。这个你定来，我那里听讲变百事有感。林市长上到即马，你感觉啦哈？你对山城，对这个咱的。客委会主权，咱这个客家主权，在你这个四个月回来，你敢讲你对这族群，你做上大讲的是啥？对山城是啥？那你简单讲一下好吧。谢谢苏议员，我不敢讲说对客家族群有贡献，但是既然已经到这边来服务，那么就是全力为我们客家族群的乡亲，为我们市民来做服务。那么能够做多少？我们啊，你即马理当要对山城来讲，你即马山城做我们甲目前，你感觉一件对啥？你感觉上满意？那么这一百多天以来嘞，讲满意，我不敢讲说真的满意了，但是至少我们有做了一些些的比较符合民众需求的。比较代表性的讲一下来嘞。譬如说我们在办新林板街的时候啊，新林板街是新林板街，说新林板街，我心都听。那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啊？您是讲开幕那一天？对，在东势客家五大园区新町板街那一天。开幕那一天，客委会办的新町板街的开幕跟所有的活动，我们都如期照常。你刚发生什么代志了？那一天在开幕的时候，有看到我们的乡亲啊，在针对国道四号的延伸案呢，是啊，在做抗议的一个活动。哦，安尼你继承做对哦。好，来，我请教你，针对你我来山城一份子，对这条四号线道路。你感觉爱开啊，不爱开？高议员，这个非属客会的业务。不，我是讲在乡亲的山城乡亲啦，这段跟你无关系啊。山城乡亲，你感觉爱开啊，不爱开？这个非属客会的业务，我要请示主席看可要。你讲这个什么？我是讲你山城人口、山城人、山城住地啊，这条四号线道路，在你的心目中，你爱开还是不爱开？当然能够促进我们山城的发展，啊，当然道路很重要。你的心态，你的心态啦。山城的需要，你是山城一份子，你做到今日会当做客委会主委，这是山城问唔对。这个，咱山城的，你能做这个职务，大家给你恭喜。但是我这么重点来问你，明仔是山城建设的这条路，在你山城一份子。你到底爱走还不爱走？要对山城的发展，爱不爱啦？我们当然是全力来。我这有这个时间啊，搁去用听掉去。你干嘛讲这是爱走还不爱走嘛？爱走还不爱走啊？你是要我站在石冈的立场，还是站在东势的立场？山城的立场。只要对山城的建设发展有帮助，我们当然是支持、啊。不要嘛，你又来搞公安车。啊，我问袂了啊。那个我时间到，那个黄世佳议员啊。啊，请黄世佳议员。喂，刘主委，你怕太给困嘛？一点喂哈。简单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这样闪来闪去的话，你不配为啊当山城的居民或市民。简单，苏庆云议员只是说，你认为这个国家重大建设对市政有帮助的，你的看法是要不要做？啊，你都唔敢应。你有那么大的压力吗？
有那么大的困难吗？请坐。有那么大的压力吗？没有担当，做这市民的，看我叫你发表，你嘛不敢发表，叫你来这边当政务官干什么？我替你汗颜啊。在事务团队就任以来，28位局处长，现在有没有全部到齐？有没有人请假？没有，全部到齐。柯处长都到吗？局长，各位局长，你保证你们的柯处长都到吗？等一下我抽查不到的话，你试试看。有没有到？没到，前年到齐的举手。好，还有呢？其他都到。就叫民政委员会各位局长，目前呢、4个月来，你们就任以来，你们认为啊，最红的局长是哪一个？知道就举手，说说看你们的内心话。有人知道吗？不敢表现，您出场要不要？有没有人谁最红？没有，林处长这里面好像有好几个林处长，没有人敢承认我是林处长。姓林的处长举手。哦，就来有啦，有一个啊，你都不爱讲，好了。最常上报纸版面的是哪一位？知道了举手。都不知道，自己知道你最红的举手。哦，蔡大局长，勇于认识你，我们两个英雄所见略同，你称得上是英雄啊，我还不到了，蔡大英雄，好不错，你看一直笑，你就呵呵呵，我有显赫的功力啊，好，委派。既然蔡局长是最红的局长，那么我再就叫各位局长，最常用脸书宣传政绩和行政的建设的，到底你自认为你是最认真的举手？又是蔡局长，二连冠啊！啊，你在其他拢无路用，我你讲。在年底考绩政务官，人事处长有打考绩吗？没有哦，我知道印象中没有吧？没有哦，好，既然答案这么明确啊，又是我们蔡大局长蔡英雄，那民政局长，你既然承认你是英雄，我在台湾公益里听好了哦，你下面的对答哈、啊。你就不要再谦虚了，哦，勇于表现，好不好？好，好好好，赞。现在不只是你上报连连，连你的副局长也很浓啊，也上报了。他上什么报？你知道吗？内容？这个《苹果日报》的这个电子版跟那个《自由时报》什么内容嘛？挑多拜啊！我说你在搞对吧？我搞混到都要干你家和黄西家和事，那狗屁蛋呢、哎？那个我都在斗野，本来是西屯公所的啦吼。啊，就是公家的就好啊，嘿，买了本来是斗公所的。哦，你权力大，你个调来使用。那民政局的副局长有2部共用交通工具，你几部呢？我一部。你敢来一台站的轿车啦吼？无站啦，啊，袂啦，袂歹啦，靠腰我塞路了啊！迄火龙的有无？迄民国二七十几年的，到现在我还在开落啊。无站了，那他可以不可以再配一部交通工具给他？哎、欸，不可以，不可以啊！啊，你配一部好不好？你第二部已经有一部就够了。你那么红啊！那么会宣传政令啊？你要不要弄一部那个哦？选举时候在用的那个战车啊？编个预算进来啊，因为跟你
让你通过啊？不需要，不需要。安尼你的宣传都搞，哎，都搞。哦，佮创你台对应啊，啊，人伊加一台婆婆啊，你袂？不需要，你无心先啦。有啊，无迄个啦，奥巴马咧做一台哦。哎啦，卡迪拉克黄蛋的呀、啊。无遐多、啊。哦，无遐多、啊。那即阵才欠你，英雄就不必谦虚客气啦。啊，讲实话啊。啊。不需要啊。不要虚有其表呢。没了。没有、哦。好。你真让我、啊、有感，相信台中市民对你民政局也是刮目相看，哎，有很深的感觉啦，有感有好的坏的。蔡局长，大家都知道你很认真啦，每天五六点就进办公厅啦，办公室办公啦。那当然啦，因为你就近嘛，你是贵为红顶商人啊，有幸辅导你的团队得到天下。红顶商人在古时候的皇帝里面、啊、是要花钱买官位，你有没有花钱买官位？拿钱出来帮忙有了，但是没有、哦、拿钱帮忙谁？黄西家的算命，我要帮忙就小了。我唔无甲你啊，你无无熟悉啦，啊无熟悉啦，安尼好啦，即有熟悉啊，后盖有交情啊。碰一下来帮忙的、啊，需要当然讲就有啦。啊，但系我讲我都闹亏啊，对唔？我补袂了，一届六十几个无法度啦。嗯，啊，无你讲我有需要就好开嘴，啊，你莫再讲讲啊，我六十几个补袂了，啊，你装傻你啊？卖，我家己来谈较紧。好啦，不要啦，政事不明。嗯，那因为你路程也很近嘛，就咫尺天涯。哦、跟议会毗邻而居，跟市政府不是遥望天涯。哦，那咧运动的呀、啊，三分钟就到啊，袂歹。迄几期，迄十五期啊，二一期，你带几期的？七期啦。哇、哦，我人生的一大梦想，八七世人啦，无带到七期，我有憾而死啊！你知？可能无法达成这个目标了。因为我选举选到散去啊，你听哦，啊，甲你招阁招无，你所有红顶商人阁招无啊。但这个有钱不能怪你啦，既然你说你出钱，啊，不要说买到官位，因为红顶商人当市长打天下，得到了这个宝贵的位置，当然你要拼命嘛，对不对？这是安尼啦，都还有理想啦。我是跟对啦，啊，理想就是理想是什么？你们最后参与政治最后的理想是什么？你讲要人民吼、哦、能够幸福啦，还有呢，啊，就是讲吼、哦、百姓能够安全啦，安全哦、欸，那很多人都不安全呐、啊，啊，所以讲那我认为是百姓要安居乐业啦，啊，没关系啦，是，还有就是要得到天下嘛，啊，天下有两种东西是什么？你问我吗？哎，问你咯，无我问后边记者。嗯，啊奇，无我甲这麦克风讲话哦。咱安尼啦，就讲生意人是趁钱啦吼。咱两个那称兄道弟哦，咱安尼啦，好来啊，咱即摆嘛安尼啦，来啦。生意人就趁钱嘛吼。哎、欸，啊啦，即、這个靠呀！我得到权力天下以后的上好的两项武器是啥啦？啊，钱甲权啦。哦，是莫怪我学了你巧，啊！你两个拢得到啊嘛，啊！未来嘞，未来这个天下要过安怎拍？你有想后盖要做行政院长无？诶，无啦。人生无大志啊！你这无啥小路用啊！讲到你英勇要拍天下，又搁抓失志落去。本席现在认为啊，你有够巧，刻意要巧。台语讲巧，很聪明啊，又会做事，又懂得宣传，还会印制一本民政局的这一个啊，海瑞有感啊，市长哦，研考会甲做甲哩哩啦啦咧写作文互阮看，哦，那海瑞有感
其他集市场你们有印制的请举手，印制来宣传的请举手，其他局长你不是其他，你是当事者了啦，大家各位听好，不要乱举手，勇于表现的时候我会叫你举手。蔡局长，整个哦，从高温歪个的脸呐、啊，整个二十八大集市只有民政局有印制一本宣传书，你说印制会贵不贵？那不贵的话是为什么？这么好的点子，其他的局长是不是笨蛋？没有想到啊，请你发表一下你的看法。主要是哈，两个问题哦。印制本主要是，就看唔到就不赞咯。但你的立场哈？你定位这个四个来听啊，听 stop， 冲啊，非要砍到位立定的。来，你既然认为这么好用，你新闻局长应当要帮林市长一脑一点。以后，研考会主委回去建立研考会，就是靠在管区政府的计划处啊，丢清水啊，内场嘛，内场上亲的啊，你这啊，等于甲市长建议这。是不快的调整嘛？新闻局长做了无，把位置摆错了，把那个蔡大局长去摆在新闻局就好了。跟你的摆的有感，跟市长的施政报告，我们可以看出来。我嘛不是要夸奖你啦，这两本啦哦，来打分数，你最起码六十分起跳、啊，市长这一本啦，三十分都不够。那我问你，在这一本的第一页里面啦、啊。你留了两个 QR CORD， 那英文的改水开始什么 ？QR code 啊？什么？你讲啊？不要，不过看的晦气啊！所以讲这嘛是你无聊下了哦。为什么是留你个人名片的和脸书的页呢？公开的钱投你私人的啊！我自己有没有公器私用？有没有？这公家的啊，这公家的啊，公家的你留你私人的啊，私人电话，这公家的电话啊，嗯，加一记，你私人的网页啊，那会变成公家的，啊，别讲了，我自己里面不要讲了，直接进到民政局的官方网站也可以看出来，你的意思是要大家有民政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就直接打电话给你，是不是？全体市民。我来当处理，我都是给你个。我你搞啊！你是怎有搞？全天下拢你的，无怪你甲各乡镇去开会所有的区公所，伫顶议员坐台下，甲你讲，你哪有啥物问题，全部大家拢来市政府找我。你没有那么厉害，你会千手观音呐、啊？无遐搞啦，跨其他业务的不是你的本业。哦，没有意思要甲你闹苦啊，只是一个探讨。那既然你认为自己很厉害，但是我认为没有那么厉害了，不可能其他的业务你都懂。那还有陈请的电话，还有晚金的 email 啊、哦，民政联，你有这么多的工具，那民政局其他的人你要干什么用呢？就设一个局长就好了，用这个。晚金来指挥啊，还有赖啊，对不对？啊，每天就帮你去按赞就好了啊。六块哦，宣传靠 LV， 晚金打脸不给赏。前阵子你不是有去参加全国的民政会议？有没有？有哦，你有搞无？你刚表演，你泡你手，你有搞无？你刚拄啊终结了啊！你刚拄啊终结了，那你有搞无啦？你认为你的表演你有搞无啦？我尽力而为啦，尽力而为哦、喔。Yeah. 有没有美中不足的？还是不尽你意的？不尽你的意，你听有无？应该是无啦。无啦，不尽你的意，你听有无啦？四里八件话啊！听无啊，靠呀！听无，你啊，从何问呐？不尽你的意的话，那我问你，你很出风头啊！讨论到地方活动中心呐、啊，
各公部门办理活动时播放的歌曲版权的问题。你说你很有经验，你先前就是卡拉 OK 办账带的公司大老板，啊，那些版权业者告过你几百次，那些人都是孩啊，哎，孩啊是什么意思？你解释一下。哦，不，拢这种的较济啦。哎啦，啊，孩啊，两字是啥物事嘛？广义的解释，你就解释让大家听听嘛。孩啊，就是害宅嘛。啊，害宅北京语，咱直接要来翻译，我不要翻译啊。台语你讲的，你翻译我听什么？你的定义孩啊是什么？我先针对这件代志，我先讲。免来海啊是什么啊？啊，不要，不追，点点。既然那些人都是海啊，你也无法解释海啊两个字的含义啊。那么，你还向大家说，先前你开过汽车旅馆，汽车旅馆也有三步政策，那三步是哪三步？第一个，守身如玉。守身如玉，哦，好，来，再来。守口如瓶。守口如瓶。守望相助。互相违背。守身如玉，又要守口如瓶。如果你 不像抵触吗？上摩托车之后在干什么的？守身如玉去啥地方要创呀？你的守身如玉就是不能失身了嘛，对不对？女性的话就不能失身嘛，啊，还要守口如瓶。我小三啊，想要篡位啊，不来丢老多啊，我们家有扶正，还要守身如玉，啊，都耍你猛虎之类，你是不要那个继续，对吧？啊，守口如瓶，哎，你这理论逻辑不通，我再来问问媒体，去摩托车路要汽车旅馆。啊，我都守身如玉，啊，不过守口如瓶，真下啊，理论不通啊。这三句你讲起来，你的知识跟我的知识认知不同，真下呀。去汽车旅馆最大的问题就只有一样，不要被偷拍，问题就出来了，改戏。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哇，讲点啦！讲到你的脸书，你说到现在为止几个赞了？一万零四百啊，一万零四百，你说要达到一万五，达不到嘛？我教你一个快速的方法。不是我，我功夫教你，是有人甲我懂。你是英雄哦，我即摆才要教功夫哦，你哦，要不要学？来，我教你，没有困难。帮忙你，四月六号那天，在报纸看到一篇新闻，一位网友要生第三胎，这功夫你爱有啦，要抱儿子，但是老婆不愿意啊，对不对？两人协议说，太太提出要求说，你只要有办法在脸书集满一万个赞，老婆就答应要生第三胎。啊，你老婆可能诶不能生育的啦吼，那么拉拉嘛，大概吧。啊！你老幼气的，我都唔知啊啦。有人咁样讲这？好不，你老幼气的，我都唔知。我是安尼跟你教啦。那讲别行啦。唔系啦，不跟你教。只要说这样的话，老婆答应了哦，很快速的，那个先生就在网书里面留言。留言以后，他说：“老婆提出来的条件很快了，在第一个小时就达到一万五千人，到。”第八个小时的时候啊，就达到四万人，不超过一天的时间就超过四万个，这不白用啊！所以局长，我建议你可以写起来啊，可以如法炮制，说你要生小孩，或者要生小三，或者要再婚，或者要是找老师，或者要找一个幼气小女朋友，嘿，人生一大享受，英雄，不错。类似这种的话题，我相信。好，好，
我们好，我们时间到哈。以上是我们苏庆颖议员、黄锡佳议员的联合质询哈。接下来我们是李忠李议员跟张宏年张议员的联合质询，时间30分钟，请李忠议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我们张副市长、市府团队、各位议员同仁、媒体朋友，大家午安。这个我看哈，蔡局长你是今天大概当正炉主当定了。这个我今天首先要讲的第一个主题呢，刚刚他们也都在提啊。我们看到你这个百日游感计划，我觉得我们才听过林市长的施政报告。林市长呢，施政报告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议员呢、也很懂得拍拍马屁，说我们这个市长呢非常的勤俭。当然呢，这林市长呢也就打蛇随棍上，也就是说呢，他觉得过去的胡志强市长的施政报告做彩色印刷比较浪费，他比较重视实质的内容。可是呢，市长的话言犹在耳，他觉得要勤俭，好，要重视内容，不一定要彩色印刷。我们就通通收到了你这一本百日游感的计划。那这个里头的计划呢，哎，我发现到您跟我们其他的传统的局长不太一样的地方呢，你用了许多的照片啊，非常简单的说明。可是我觉得最稀奇的哈、就是你这个百日游感里头写了很多的近思语哈、这个我觉得这个近思语很奇怪哈、来，我请教一下那个民政局的这个谢科长，来来来，请教一下，来，你不要翻，你不要翻，你们局长讲了老半天，你最有印象是哪一句？讲给我听看看。谢谢、讲一下，讲一下，谢谢议员。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啊、那个是第一页的、他一开始就写了，在第一页里头就有。来，那另外这个副局长，你对我们这个蔡局长，你觉得哪一句话最有这个感受？这样子，近思语，勇于承担呢、有这一句吗？那第几页哈、你们都有读过吗？是不是都要考试，都还要拜读？啊，是不是都有读过还要考试？我告诉你哦，科批哦有两句话全国都在传了，也不用近思了，他随口就而出了。第一个就不要惹我生气，第二个脑筋不要装大便了。这个多么简单的话，多么轻轻松松就把一个要传达的讲出来，也不用像你半夜三更睡不着觉要来搞这个近思语。你不觉得你把这个恶心当有趣吗？我不要问你，你先等一等。我要问你的是，你这个印了几本？几千本。几千本啊？对。你发给哪些人？里长。还有呢？其他的都是人来透过了回。好，那我现在问你，这一本花了多少钱？62000块。一本多少钱？62块。一本62块，总共花了62000块钱。对。好。那市长那一本花多少钱你知道吗？秘书室处长李处长、不好意思，报告议员。蔡局长，那个、你请坐。市长的市政报告的主责是研考会同仁协助。好，那你就请坐。研考会市长的那一本印几本花多少钱？据我所了解，一本应该是100块钱。哎呦，哎，你有贪污之嫌哦。市长这一本没有任何一张彩色照片，花了100块钱，那这一张却这一本却花了62块钱，这怎么回事？你有没有克扣厂商，或者你有没有贪污腐败？为什么这一本全部都没有看到任何的彩色照片，要花到100块钱？这个我告诉你哦，你如果拿去叫中兴大学那边的影印店里头来做，也不需要花100块哦。结果你看看我们蔡局长多厉害，这么伟大的一本洋洋洒洒的百日游感计划只要62块钱。你不要骗我，你是哪一家印刷厂印的？这小事情都我的下骹人在做的、我就叫他欠这样而已啦、都你下骹人做的。你把哪一家公司做的告诉我，我来跟他访价。如果今后我看到哪一家公司可以用62块钱做1000本，做出这样子的品质，我来跟他找。
我再提资料给你，好不好？好，好，看一下。好，我们就这样比较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一本花了全本彩色。这个我觉得啊，当官员真不错。有很多的诗人啊，觉得很辛苦，他写了老半天啊，因为不一定能够卖出去，所以呢，他要花费很大很大的力量，才能够有一句两句啊，被百姓知道，或者被这个诗念诗的这个诗友知道。那我觉得，看起来当官的真幸福，花公帑来帮他印近思语，啊，这些近思语呢，是不是真的这么有值得参考的地方？啊，所以当官啊，实在是真幸福啊！我这边啊，很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请大家看一看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我相信民政局的官员啊，一定心里有非常大的感受。你们通通啊，可能要参加普考，参加高考，然后呢，一辈子在各个政府单位打滚做事，甚至于有的人还要进修，最后呢，你们可能一辈子做不到这个职务。局长这个职务呢，坦白讲，就是这一句话：抱对大腿，胜过勤跑腿。不管你在民政单位做了多少的事情，曾经对台中市有多大的贡献，你大概都做不到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呢，就是要抱对大腿。所以我看一看啊，最近我们的人事处，我们的秘书处，你们在调整许多职务的时候，你们通通都是以抱大腿的思考来安排相关的职务。根本原本文官制度里头应该有的专业服务热忱，恐怕都不是升官考量的要件。升官考量的第一要件，在这个市府团队看起来应该是抱对大腿。抱大腿抱对了，可能比你努力，比你的专业都还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是我们市府团队现在大家要升官最佳写照。我要提醒我们人事处林处长，我跟你认识了二十几年，从台湾省政府的时代认识到现在，最近我们看到许多前朝的主管被恶意的降调，被转到完全跟自己专业不符的单位，他可能一辈子在民政单位打转，结果你们故意把他调到水利单位，调到督发单位，然后呢，这是什么心态？这是什么心态？如果他是政务官，随市长上台下台理所当然，但是他只是一个事务官，纵使过许他也许有一点政党倾向，但是不足以把他从某一个位置降调到另外一个位置。降调已经是一个对公务人员非常大的打击，但是更恶劣的是，竟然把他调去跟他一辈子所从事的业务无关的单位。林处长，请你站起来说明。请问你，当市长把一个非原本直系的公务人员调到另外一个直系，你有没有劝导？
请你说明。林处长，请你说明。处长，请回答。当林市长把一个市府的事务官员从这个职系调到另外一个非属他专业的职系的时候，你这一位人事处长，你有没有跟他谏言？应该是建议他最好不要这么做，你有没有这么做？你只有摇头不能讲话吗？你不能对麦克风讲一句话吗？没有，没有。市长要求把他调哪里就调哪里，即便他可能不会做这件事情，你也要把他调过去。市长有这个人事权，我知道有人事权，但是你这个人事主管难道没有办法跟他建议应该是调到他同职系的，难道不是比较恰当吗？你们甚至为了他还把一些公务人员原本不同的职系变更他的职系，有这样的必要吗？你当了一辈子的人事主管，难道你不觉得这样子不妥当吗？你很难说话，对不对？我们是老朋友，我也很清楚，我也很替你无奈，但是我希望你哦，既然在政府的制度之下，人事是一条边，你一定具有人事的专业，人事的各种安定也应该是你人事处应该要重视的，否则我们国家在各种的公务人员直系上面做的这些努力，不都被一个莫名其妙只是为了打击一己的市长就可以把各种的直系给他紊乱，然后让公务人员产生恐慌，连自己的专业都没有办法继续，这算什么？难道你这些人事主管不能够谏言吗？林处长请坐。张副市长，你能够当副市长，当然我也是说你也抱对了大腿，所以你比很多人一辈子在公务职系里头鬼混或者努力都做不到副市长这个位置，但是你是企业家出身的，我请教一下，你们今天把市府的事务官这样子随意调来调去，不尊重他的职系，你有什么看法？作为一个企业家担任副市长，你有什么看法？当然对于一个人给调去他不好的还是他含门的所在，听起来是怪怪的，听起来是怪怪，但是你走啊，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人是被调去哪一位，当初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调过的，所以你如果说调去不适当的所在是不好，但是是不是伊嘛一旦去服务，这就变成讲来去了解到底当初是什么款的想法了。你完全不知道我们市府最近的官员调动没有尊重他原来的职系吗？这我倒是不知道，因为我负责那个林处长，我在总执行的时候，请你提供一份资料，最近原本前朝的这些主管，他原本是什么职系？现在调去什么职系，你把他的公务人员资格帮我列一个册，我在总质询的时候我拿出来讲，我希望你能够列席总质询，让你这位企业家副市长去评判一下这样子是否妥当。张副市长你请坐。我相信你们啊这样子做只有两个字，叫做恶搞。如果市长有他的人事权我们尊重，但是公务人员有公务人员的文官制度，这个文官制度有的人原本高考普考进来是用什么职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还可以转换职系，但是如果这一切都敌不过一个新任的市长只因为自己的爱恨
就任意的把一个文官调整职务以外，更重要的是调去他原本非专长的职系，你不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市府团队不是在恶搞，是在干什么吗？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不相信你明知哪一个员工他会这件事情，你不想让他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把他调去一个非专长的项目，你这样子的企业能够经营得好吗？我们林市长找你这位企业家来担任副市长，我相信他应该是要运用你企业家的专长，我相信你经营企业很成功，一定有你对于各种企业经营人事组织的看法。那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件事情你也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市长沟通一下，即便你想要把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调离原本的职务，难道不能够多一番好意，让他在他熟悉的业务范围内，让他在那边待着，即便你不想派工作给他也都可以。但是我不晓得你们为什么这个龙团队要做出这么破坏我们国家文官体制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想在这么做的有很多单位，包括秘书处，你也是，你也不用偷笑，我相信你自己一定心知肚明。第二个，今天是五一劳动节，这个我们立法院正要讨论缩减工时，每周变成40小时。这个黄局长，你实在是命好，我们大家，你请坐，我还没有问到你。按理来讲，我们终结的公安这个事故啊，我们应该炮火要打到你那边，只不过我们那个王义川局长呢，搞不清楚的状况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停留在交通专业，没有来问你这个劳工的专业。坦白说，今天我们要来谈劳工的专业，我们首先呢，现代的观念，休假比领奖金重要。可是我们昨天才开了一个记者会，我们的环保局，我们自己市府的单位都率先做修理劳工违反劳工意愿的事。昨天还有一个环保局的员工打电话给我，他知道我们早上开过记者会，然后下午就打电话告诉我，他说李议员，你知道我们环保局的主管怎么样来叫我们签这一张同意书吗？他说我们的主管就直截了当的说，你不签也可以，但是年底的考绩你自己想会怎么办，拿考绩来威胁职工。请问你黄局长，你要不要去派个专业人员去查一查我们自己的环保局如何虐待我们的劳工？请你说明。报告议员，这个部分有关环保局的清洁队员的出勤的这件事情，我们持续都有在关心当中。那我们也都有跟环保局要相关的一些出勤的一些记录，包括员工的自愿同意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记录。如果说填志愿书的时候，他的主管讲了这样子的话，你认为这个主管应不应该惩戒？说如果你不签的话，你年底的考绩自己看着办。如果一个主管录讲了这个话，被他的劳工录了起来，你要不要处置？因为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必须要尊重环保局的，他们在这一部分尊重环保局。但是你什么时候尊重过我们民间的企业家？是如果我们民间的企业公司，如果员工没有按时的打卡，经过投诉，你不就马上就去办这一家的企业公司？为什么到了我们环保局，你要尊重我们的环保局？难道你对环保局的劳工没有办法给予他应有的权利的维护吗？
是报告议员，我所谓的尊重是他在人他的人事管理的部分。那有关有没有违反劳基法这个部分，我们会处理。那有违法的话，我们就会裁罚。我要特别跟你讲，你也是学劳工的，现在劳工休假比给奖金重要。你不要以为大家给了钱，给他补休的钱，他就愿意在该休假的那一天放弃休假。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有所规划。首先是在过年的时候，你们不让人家好好过年。接着在清明节的时候，又突然告诉大家清明扫墓，你们改天再去。原本一个家族约好的事情，被一个环保局很恶意的这种作为，影响了劳工原本应有的放假权益。难道你劳工局都没有办法对他们展开协助吗？我们开了记者会，难道你不应该去了解了解环保局这样子做有没有违反我们劳基法的相关的规定吗？报告议员，有关有没有违反劳基法这部分，我们都有持续调查中。那因为有调查的结果没有？目前就是。那为什么员工不断的投诉啊？你们都说在调查中。因为我们有，其实之前包括春节，我们都有抽查，事后都有抽查十几位的清洁队员，可是他们的回答都是说，他们都是自愿来出席，就是自愿要来加班，在休假日出勤。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在符合市民的需求跟我们的清洁队员的劳动权益的，如果能够均衡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尽量透过用一个优于劳基法的方式来吸引我们清洁队员愿意在这个休假日或国定假日，他如果愿意来出勤服务市民的话，那我们希望能够用优于劳基法的方式让他自愿的来，那这样是符合劳基法的规定，因为只要在国定假日或休假日出勤，只要是经过劳工同意的，这个并没有违反劳基法。那当然休假 当日出勤一定要加倍给工资，这个是法定的，但是可不可以在优于劳基法的方式来照顾我们的劳工，好，就说类似用再补 多补休一天的这样一个方式，那这个的话就是经过一个协商的方式。好，你刚刚讲到补休，这些劳工很多人反映他们都没有办法补休，那请问你如何判断环保局有给他们适当的补休的机会？你只听说他们要照劳基法来办理，可是呢，他们都希望补休，如果他们都达不到补休怎么办？是，报告议员，因为这个部分我也有跟环保局长在做沟通，那目前他正在内部在签陈当中啊，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优于劳基法劳动条件可以来实施的话，那事后我们当然我们会看他排休的一个方式，因为在不影响。好，请坐。我知道了。这个我们政风处处长，我感觉啊，你是我们市长的锦衣卫。我们市长呢，每当抓钱潮，我还没有要问你，每当抓钱潮，什么 BRT 有问题，有台湾塔什么问题，你这个锦衣卫就帮他出来做调查，可是每一个调查呢，你也查不出结果，最后呢，你都说移送廉政署，我觉得你通通在放烟雾弹，你根本没有查到什么东西，但是呢，你就以送廉政署来当作烟雾弹，把一件事情搞得好像当中内情不单纯。如果你这个政风处的能力只有到这个状况，我是建议我们啊政风处裁撤掉算了，你没有任何的功能。如果你每一次只是拿来帮市长当烟幕弹，当抹黑的工具，那我们要你这种政风处干什么？有本事你查出一些东西来，让所有的人知道的的确确在我们市政府有这么多的弊端，你拿出成绩来给我们看一看、啊、我没有看到你拿出成绩，然后呢都说这个当中可能有弊端移送廉政署。既然
你都移送廉政署了，那我们要你这个政风处做什么呢？我们不如直接请廉政署派一个单位来我们市政府里头分署就好了啊，要你这个政风处何用？如果下一回我们再看你对于搞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之下你就送廉政署的话，我告诉你，你把你的资料拿来，我帮你直接拿到地检署去按铃申告，直接让地检署来侦办，可能比廉政署好，直接送法务部调查局台中市调处让他办，搞不好也比你办得好。所以如果以后我们再看到市政府讲这个地方可能有弊端，那个地方可能有弊端，我一定请你把你的报告一份给我们市议会，我一定把你给市议会的报告请我们市议会送请法务部调查局处理，送请我们地检署处理，你也不必送给那个廉政署当烟雾弹。到底最后结果如何，我们听一听检察官他最后怎么处理，我们听一听台中市调查处怎么处理。但是你不要作为一个锦衣卫，衣服穿得很好看，但是实际上专门在帮市长打击异己。如果你这个政风处真的只能干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就把你以后的所有报告送给别的单位让他们来调查，搞不好将来各县市政府的政风处说不定要裁撤，因为直接派这些单位来我们市政府里头设一个 分点可能比你们政风处都还有效率。最后我这边啊，希望今天是劳工节，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希望黄局长你应该要推动，这才是真正照顾劳工。我们台湾的很多的企业家为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我们的张副市长我不知道他的公司会不会这么做，许多的劳工投保薪资跟实际的薪资都没有相符，每一次等到要有劳工的相关的福利处理的时候，我们的劳工都吃了很大的亏。事实上我也可以讲一个案例给你听，我们最大的制鞋公司宝成企业跑到大陆东莞去设厂，前些时候你也看到许多的媒体许多的报刊都做过相关的处理，其实这是我们台湾企业的常态，到了海外去设厂仍然用同样的模式，也就是劳工的薪资实际领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劳工的投保金薪资比较低，等到真正核算他的退休金或者他的劳工福利的时候通通都缩水。也因此我们宝成企业在东莞经过了25年投资之后，有的员工在他的企业工作了满25年要退休的时候才赫然发现为什么他的退休金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闹出来一个几万人的工潮罢工事件。这样子的罢工事件，你说我们应该要怪大陆的劳工还是怪台湾自己的厂商？到了海外我们这些台湾厂商被员工以罢工的手段逼到最后，把所有积欠劳工应该给的退休相关的这个待遇的差额通通在罢工事件之后通通一次补足。我想在报刊媒体大家都看过，黄局长你知不知道？好，你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既然这是台湾企业的常态，张副市长你知道吧？好，你也知道哈，表示是常态。你今天洋洋洒洒写了一堆我都认为不重要，我期许你好好的跟企业家沟通，希望你在今天是劳动节
送给劳工最好的大礼，就是你应该要去推动，让每一个劳工真正的工资跟投保的薪资应该是要相符的，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确保劳工，你这个劳工局局长是要代表劳工发声的，你千万不要搞错，政府是一个监督单位，你这个劳工局的局长是要站在劳工的立场。好，时间到，好，以上是李忠议员跟张宏年议员的联合执行哈。那早上我们的会议到此先告一段落哈，我们中午休息四十分钟哈。四十分钟好了，我们12:45哈准时开会，好好。他七块，他八块，我就看看，讲大家无用器材，我无等我就来啊。我还是2到30万。不然我甲伊讲，我要去遐甲伊做迄个。